咁咧就我介紹下我自己少少背景先啦。我咧就係聖雅各露宿者綜合服務嘅同事啦，係嗰度嘅社工啦，咁啊負責成個港島區離島同埋機場嘅露宿者嘅。咁我條 team 咧就係會負責曬所有呢啲嘅露宿者嘅服務嘅咁樣嚇。咁咧就露宿者嘅嘢我會比較熟啲啦。咁當然咧，我個背景係社工啦，咁啊要傾偈係。絕對唔難啦，係嘛？即其實大家都唔難嘅，因為做開義工嘅都唔會覺得係好難。我以前細個咧，我嘅背景咧都係同你一樣，都係個教友嚟嘅啫。咁我之所以講到嘢咧，就係因為咧靠呢個教友嘅經驗，咁令到我有興趣去做社工嘅。如果冇咗呢個即係呢個身份嘅話咧，我估我唔敢踏出一步去同一個完全唔識嘅人。陌生人去傾偈嘅，我估佢完全冇能力去做到啊咁樣，咁啊感謝天主俾我呢個能力啦咁樣嚇，咁咧就我估咧就我開始打開話盒之前咧，我估一陣仲有兩位兄弟同埋姊妹會同大家分享即係點樣打開話盒嘅話題啦咁樣，咁我今日咧主要係想同大家介紹咧就關於香港嘅社會福利，如果你哋同佢哋傾到偈嘅時候問到一啲關於社會福利嘅嘢咧，咁你哋可以。可以知有少少嘅資訊啦，咁樣有少少嘅資訊啦，咁樣。咁其實係我簡單，即係其實好簡單咁樣想介紹下少少啫，等大家有多啲嘅資訊。大家對於香港嘅社會福利有冇印象啊？或者熟唔熟啊？知唔知大約係啲咩啊？唔熟。香港係唔係一個好好嘅福利地方？唔係。有幾衰啊？係咪好衰啊？係咪好衰？真係好衰？係咪啊？邊唔邊咧嚇？咁一陣你又睇下啲數目字啦嚇。咁咧就坦白啲講咧，就唔算太差嘅嚇。即係如果比起其他嘅地方啦，比起譬如台灣啦，比起我諗我哋東南亞個國家咧，香港嘅福利咧唔算好差嚇。咁咧就有陣時有啲人咧成日都話啦，去揾社工咧，社工我咩都俾到你㗎啦，屋都俾到你嘅咁樣。咁事實上係嘅。我都曾經寫過好多體恤安置嘅，咁樣咁當然係有特殊嘅理由啦，唔會話求求其其，即係乜嘢人都可以咁容易攞到啦咁樣。咁咦得唔得？係咪未得？都係未得咁樣嚇。咁咧就嚇，聖神嚟緊哦。聖神嚟緊，唔好啦！你快啲嗱嗱臨嚟啦！你嗱，其實冇咗 PowerPoint 都唔係好大嘅問題嚟嘅啫。咁咧就其實咧就香港嘅社會福利唔算太差，有一定數目字嘅嘢啦，有現金啦，有錢啦去俾佢哋嘅。咁所以如果你哋遇到一啲有困難嘅人啦，譬如咧我都坦白啲講咧。我係做好多執紙皮嘅婆婆啦，或者公公啦，執紙皮嘅公公婆婆多啲嘅。或者清潔工啦，其實咧佢唔係你哋外表睇佢咁差嘅喎嚇。咁我曾經喺深水埗做過一個婆婆咧，其實唔係婆婆嚟，佢唔好老嘅就五十零歲嘅啫。咁佢咧就係十幾年前啦，咁佢就過咗身。咁我哋同佢執嘢啦，係咪啊？咁同佢執嗰啲嘢啦，咁樣一執一掀開，跟住一執嚇，好多錢喺裏邊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哋咧係調翻轉咧，經濟上面咧其實唔係太差嘅。不過佢哋要嘅係乜嘢咧？就要大家嘅愛心，佢真係要人錫、人關心嚇。我做露宿者，我做咗呢幾年咧，我發現咧佢哋係好得意嘅。姑娘，我係你俾屋我都唔要啊，我唔中意佢，我唔中意你。你俾間屋我，你可以俾我，我其實可以寫到屋俾佢，因為露宿超過喺街上面五年咧，社會福利處係。好寬鬆嘅，即係好容易就話，因為特殊咩原因咁，我哋可以寫到體恤安置俾佢嘅。咁但係咧有一個嘅情況，佢就話我唔想搬去搬入去公屋度住啊，對住四幅牆，咩人都見唔到。但係我老鼠喺街咧，我見到好多人，好多人好錫我，好多人好關心我。喺中環咧有個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嚇，中環有個女士啦嚇，嗰個婆婆咧最近咧就成日啲人都問我啦，佢去咗邊啊咁樣，咁咧佢好中意大字型咧瞓喺娛樂行門口嗰個咧，大字啊，係咪啊？個個都知係邊個？咁咧就最近咧佢就唔見咗咯喎，大家都好關心佢去咗邊啊咁樣，咁咧就咁咧就非常之嚇，佢咧就係早午晚三餐，每餐咧都有三個飯盒以上喺佢附近嘅。咁呢個係代表咗啲乜嘢啊？代表咗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嘅地方，好有愛。
香港是很有愛心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哪個培育出來的，可能是羅神父培育出來的，可能是下主教培育出來的，可能是我們教會或者是其他的基督教會、佛教團體培育出來的。香港真的很有愛心的人，真的完全是自己有多少都有又好沒有好，他們都很願意去付出的，而他們付出的不是只是那份三文治，而是真的穩定長期地去幫人的，他不是打算幫一次的， sorry 不是打算幫一次的，連我們這班老叔的朋友或者是紙皮婆婆或者是、紙皮婆婆或者是、清潔工，他們都不是特別在物質上面，他們不會很缺乏，調翻轉咧，可能佢哋好多嘢物，好多物質添，啊，搞到垃圾屋添，嚇，有冇聽過垃圾屋啊？有啊，係咪嚇？我哋處理過好多垃圾屋，好多露宿者都係好多好多好多嘢嘅，嚇，飯盒都我頭先講啦，飯盒都早午晚三餐，每餐有三個以上咁樣嚇。咁好啦，咁我特別介紹一下先嚇，咁我嗱呢唔係想介紹，係想你認唔認得呢啲機構或者有冇聽過啊？有啊，嚇，識唔識分哪些是政府資助，哪些不是？識唔識分啊？問一下先，青鳥有沒有聽過？知不知道服務什麼？沒有聽過是不是？青鳥是服務呢、性工作者的嚇，咁咧就係、我哋、有幾個修女搞的嚇，咁啊冇政府資助，冇政府資助咧自己搞自己成的，咁啊有冇社福福利處啦？知啦，係嘛？呢、這個就真係政府資助噶啦。啊，原來咧，我哋有啲機構咧，香港嘅服務機構咧，好得意嘅，係分兩種嘅。一種咧就係、政府資助，一種咧係政府冇資助嘅。咁咧好多服務機構咧都唔傷人哋資助噶，點解？自由啲，自主啲，我可以話事，我中意做咩就做咩，唔使你規定我。啊，社福利處資助的話咧，佢就一定要你要交翻條數俾佢，你服務咗幾多人次啊，做咗幾多嘢啊，咁樣嘅，咁咧就呢啲服務機構咧就唔會啦，唔需要去講嘅，譬如啊仁愛之家啦，但係有冇去過？有冇去過？有去過探訪係咪啊？嚇，修女嗰度，佢收我哋好多露宿者嘅嚇，只要肯住，甚至嗰啲人咧係住到唔想走，點解啊？因為唔使對住四幅牆，有人同佢喺埋一齊，唔使對住四幅牆，有人去關心佢，有人去錫佢。其實人好簡單啊，我哋班露宿者、清潔工或者執紙皮嘅人，佢要嘅係人哋錫佢嘅啫。佢唔係貪你哋啲禮物，唔係貪你哋啲嘢噶。你哋嘅一句問候，你哋嘅關心，你哋定期去錫佢，定期話俾佢聽，我係嚟錫你噶，我係嚟關心你噶。其實係緊要過你派咩俾佢，俾咩佢。緊要好多嚇，咁咧嗱，我哋最大嘅幾間機構，明愛、東華、保良局呢幾間，全部都係政府資助嘅嚇，仲係全面資助添。咁所以咧，好多億元剩嘅，即係咩一筆過撥款之後咧，剩好多錢嘅呢啲機構嚇。聖雅各都唔少嘅嚇，我老闆成日都話我好多錢嘅，你即管用啦咁。咁咧好啦，咁另外有好多嗱，關愛之家啦，Ben Jean Centre 啦。咁咧就要有光啦，呢個係提供一啲一啲嘅共住嘅房間去俾一啲冇地方住嘅人啦，咁樣識食堂啦嚇，呢啲都係冇政府資助嘅。好，咁啊第二頁啦，係喂唔好意思啊，係好嚇嚇，咁咧就即係寫咗俾大家聽啦，就想話俾大家聽，其實我哋有呢兩種嘅分別嘅。咁咧就政府資助嘅咧就財力好夠好穩定啦嚇，咁但係咧就係、是、做嘢咧就係即係跟規矩去做啊咁樣啦。咁所有呢啲識食堂啊、Benjamin Centre 啊、耀有光呢啲非政府資助機構咧，佢哋係得到好多即係得到大家嘅資助，佢啲錢咧落係募捐翻嚟嘅，募捐翻嚟嘅。但係佢哋做嘅嘢咧亦都唔少嘅嚇，全部都。全港性的識食堂咧就係、是、派食物啦，分享食物啦嚇。咁、咧就所以如果聖堂唔夠，即係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啦。聖堂唔夠食物或者唔夠要夠錢，咁咧就如果係咩嘅話，可以同識食堂攞嘅，因為佢有好多好多剩嘅，佢可以分俾唔同嘅聖堂啊，唔同嘅地方嘅咁。Benjamin Centre 咧就係、是、淨係提供一個服務嘅啫，就係、是、言語治療，俾啲
有學習障礙的小朋友，只是提供給他們言語治療。有一個很漂亮的故事的、就是、基督教的兩公婆的背景，死了個兒子，他就為以後就是為所有的錢都是為這些有言語障礙的小朋友去提供服務的。他們收得很便宜，他們收百零二百元一次，外面現在是做七百元八百元一次這樣。咁咧就咁當然有好多嘅服務對象，佢哋甚至免費添啦嚇。咁耀有光就係頭先我講咗啦，就係提供一啲共住嘅空間俾一啲單親嘅家庭，主要係服務單親家庭嘅。好，跟住好啦，哇，真係有錢噶，唔係話冇噶嚇。咁咧綜援咧就基本金額課一個人65歲以下健全人士嘅話咧，就會有5200元嘅。咁我哋啲露宿者咧就唔會攞到個租金津貼啦，淨係得生活費咧就係2685元。咁咧，所以咧就你話少又唔係少，即係餓你唔死咁樣啦，一定餓唔死嘅嚇。咁咧就甚至咧就有好多即係其他嘅津貼都仲可以攞到啦。咁65歲以上。如果在街上看到65歲以上的，他可以拿到更多的錢。你越殘，即政府越看到你的狀況是越差越殘，他就給你越多的錢給你，最高的金額是拿到6400多元。所以如果你們問開他們有沒有拿綜援或者有沒有其他錢的時候，可以找這些來跟他們開始傾偈啦，咁樣嚇。咁好啦，咁除咗綜援以外咧，其實都仲有好多金額嘅喎。咁啊，李嘉誠都攞得嘅就係生果金啦，係嘛？大家都識啦，生果金啊1000多元嘅啫。咁但係咧，其實除咗生果金之外咧，仲有好多喎，長者生活津貼啦，仲要分高級同埋普通喎。咁呢個就係睇資產嘅。咁如果你有150000以下嘅話咧，就可以攞到高額嘅長者津貼。如果350000以下的話咧，就可以攞到普通的長者生活津貼。咁另外，如果你翻如果佢哋願意翻國內住啦，因為國內嘅環境比較好啲，咁可以喺翻廣東省住啦，亦都有金額俾佢哋啦。咁如果翻福建話咧，亦都有一定嘅金額俾佢哋啦。咁另外就有傷殘津貼啦。咁如果你見到即係我哋喺街上面嘅朋友啦，如果佢哋係有一啲傷殘嘅話咧，佢哋係可以攞到呢兩種嘅津貼嘅，即係普通嘅同埋高級嘅啊高額嘅津貼嘅。咁亦都係唔少，即係都係嗰句啦，唔餓你唔死。我哋唔使嚇咁樣嚇，咁咧就喺社會福利處嘅保障部嗰度申請嘅，就唔係所有社會福利處都做啦，每區咧都有一個即係自己嘅保障辦事處啦咁樣嚇。好啦，咁啊關於露宿者服務咧，就係即係我嘅本行啦。咁露宿者服務咧就全香港咧分3間機構去做，4間機構去做啦。咁我哋聖雅閣就係負責港島同埋離島區啦，咁救世軍就係負責油尖旺啫。油尖旺即係琴日燒嗰度咧，就係即係琴日有冇睇啊？天橋燒咗，天橋嗰度咧就救世軍啲同事負責啦。咁深水埗區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啦。咁佢哋通州街嗰條橋底啦，成日俾人哋拆嗰條啦，咁樣成日都有人去拆嗰條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咁救世軍有陣時都會落去幫手嘅。咁甚至咧無家者咧，即係另外咧其他所有嘅區域咧，就係由無家者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去負責嘅，咁咧就所以佢嘅福源好大啦，去負責嗰個地方。咁大家去過觀塘係咪？觀塘碼頭度探啲露宿者，咁嗰度咧就係無家者負責噶啦。仲去過咩地方啊？你哋啊？去過露宿者之家啊？你哋油麻地有一間係灣仔，我哋都有嘅。灣仔我哋都有嘅。聖湯嚇。南屋隔離係啦，南屋隔離係南屋隔離嗰度有露宿者之家啦。咁所以你哋如果聖湯搞 party 食剩嘢咧，即管去拎個俾梁生梁太咧，佢哋好歡迎嘅，因為嗰晚佢哋即刻就可以，佢哋啲即係舍友就可以即刻享用到大家嘅食物啦，咁樣嚇。咁啊，所以係得嘅咁樣。咁另外咧嗱，資助機構就有呢4間啦。咁非資助機構咧就絕對唔少啦。所以其實很多人是服務緊露宿者嘅，咁我哋當然聖堂我冇寫落去啦，因為聖堂就係即係大家係一個星期一次，
係咪一個星期一次都相當之密㗎啦嚇，真係啊！咁咧就其他呢啲機構咧都係啦。咁另外就有Father John， 有冇睇過新聞 ？Father John 啦，廟街神父啦，而家佢好出名啦，叫廟街神父啦。佢咧就嗰間宿舍咧成六十幾人住啊！佢嗰日話俾我聽，六廿幾人住，點算啊？點樣安排佢哋啊？咁我哋好想接手幫佢安排佢哋啲即係朋友去第二個 next step 嘅，去第二下一步嘅。咁啊，而家傾緊啦，咁樣嚇。咁啊有Inter Hong Kong 啊，同埋呢啲，咁佢哋都係好定期派食物啦，嚇嚇派嘢食啦，去探佢哋啦，咁。咁所以好多人都好關注頭先。你哋所講嘅嗰幾類嘅朋友嘅，咁所以咧就石刻廟咧定期啊365日啊，不分呢、這個紅雨黃雨啊八號風球啊，都全部提供食物俾啲即係需要去食物去攞食物嘅人，甚至你哋都係喎、哦，佢都歡迎你哋去嘅喎、哦。如果想試下石刻廟嘅食物嘅話咧，咁你哋可以去嗰度去，識唔識啊？知唔知石刻廟去邊啊？知道嚇，喺灣仔鄧兆堅醫院對面啦，咁樣嚇嚇。而家就裝修緊，佢都依然有提供食物嘅。咁你哋可以去㗎，咁你可以咪捐下錢咯。如果你哋有能力嘅話，不過去見識下個文化咧，都係好開心嘅事嚟嘅，嚇都係幾好嘅事嚟。咁啊，非資助機構咧仲多過資助機構。咁你諗下香港係幾咁即係幾咁好嘅地方啦嚇，即係好多人都好願意去付出。去愛其他嘅人嘅嚇，咁啊露宿者啦、清潔工啦，同埋同埋頭先講嘅執紙皮嘅人士啦，都係好需要大家嘅關心啦咁樣嚇。咁物資真係唔重要，但係你哋嘅 hello， 你哋同佢傾偈係重要嘅嚇，係令到佢哋會好願意好願意即係好容易願意同大家喺埋一齊嘅咁樣嚇係咪冇噶啦？我都唔記得咗，仲有冇啊？仲有冇下一頁啊？我唔記得咗啦，已經啊，冇錯，介紹呢套戲，呢套戲就快落畫啦，因為冇人睇啊，因為冇人睇，所以就快落畫啦。咁咧就係關於露宿者嘅，就係講關於咧通州街天橋嗰次俾人清嘅故事，成個故事講翻曬出嚟俾大家睇下嘅，咁樣等大家都知道啦。咁希望所以都鼓勵大家去盡量提高佢嘅票房啦，咁樣，因為係真人真事改編而成嘅。咁跟住再下一個係啦，咁咧就亦都推介大家去睇呢個紙擔會啦。咁咧有啲無家者係真人圖書館嚟同大家分享，即係佢咦點樣可以脫離露宿嘅生活咧？佢點樣可以放棄咗露宿，即係唔再露宿喺街頭咧？咁樣嚇。咁當然同時即係要幫啦。咁樣有啲農屋嘅實景啦，有啲建構物啦，帳篷啊咁樣俾大家睇下嘅。咁係喺汝州街 SOHO 搞嘅咁樣嚇。咁咧如果你哋係想有埋導賞團有成個介紹話咧，就可以要俾錢嘅，就俾50蚊。咁你哋可以去參加啦，咁樣咁啊鼓勵大家參加啦。睇下仲有冇，我都唔記得咗，冇啦係咪啊？咁啊係啦係啦咁樣咁咧就。仲有冇特別嘅嘢想問問關於我哋嘅服務啊，或者同佢哋聯繫啊咁樣？係咧，公司附近突然之間有人執紙皮，係咁已經開始，開始有人投訴，係咁我哋其實本住個立場係唔想趕佢走，但係問題你始終都有環境衞生嘅問題，冇錯冇錯。我可以怎樣做？因為我已經通知了堂區，通知了當區明愛的。是。但是so far，我怎樣和平共處呢？因為真的有些人是死咬不放。是。難嘅，咁咧就所以咧就我哋都會同啲執紙皮嘅人士啦，會同佢哋聯繫啦，即係話俾佢聽，佢哋越企理越乾淨咧，令到周圍嘅人都會歡迎佢，因為環保事業啊嘛。其實我哋將佢包裝成為環保事業嘅時候咧，周圍隔離啲鄰居或者市民啊，當然我哋都要做得好嘅，即係唔係話即係有啲紙皮婆婆咧係深水埗啊，尤其是啊，係真係淋到。周街都係濕曬、污糟邋遢咁樣，咁有啲咁嘅情況咯。咁你嗰區係唔係都比較立亂，定係佢其實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出現咯？即係突然之間兩三個禮拜前出現。咁我哋最初唔知嘅，就以為有人即係以為係啲鋪頭亂咁抌。後屘有人發，我哋揾個議員，個議員就話佢都係教友嚟嘅，就話你係咪想講八八走？
咁我哋梗係唔想講。其實係唔想嘅，唔捨得佢咁做嘅，係。係啦，即係，但已經係有人識知我哋所知嘅。其他周圍嘅人就唔明白啦，咁樣嚇，係。咁我估咧就我估。跟伯伯傾呢一樣嘢咧，都要留翻即係社工做啦。其實執紙皮嘅人士咧，就係一種即係佢個賺錢嘅生活啦。咁我都坦白啲講，有好多執紙皮嘅咧，都係雙程證落嚟嘅嚇。咁佢哋都係冇特別嘅證件。咁因為由於冇身份證嘛，咁所以佢要去正式去做嘢，未必會做得到啦。咁呢個咧就係佢哋一個容易啲揾到錢嘅。咁所以同佢哋講翻，即係話翻俾佢聽啊，可能你會齊整啲。會比較會好啲啊，又或者佢喺某一啲時間會唔會都可以同佢傾到某一段特定嘅時間咧？你係咪要負責管理嗰度嗰區嘅人嚟噶？你純粹係關心嘅啫，你純粹係關心係咪啊嚇？咁如果你唔係負責咧，你就我覺得啦嚇，就係你為佢祈禱。真的，大家不要笑，是真的很有效的，是很有效的。一祈禱完之後，那些官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會得的，跟他講到的。本來是不得的，我告訴你，我做這麼久社工，人們經常問社工是不是很有什麼，很註冊社工，很有技巧，sorry，我全部都沒有的，我是靠誰？靠他而已。靠佢嘅啫，我唔係靠耶穌咧，我係做唔到呢份工落去噶，因為我係完全叻嘅人嚟噶。咁但係咧，有耶穌咧就會完全叻噶啦。咁咧真係首先為佢祈禱先。第二件事咧就係、其實咧區裏邊有人知噶啦。咁等區裏邊去做，你唔好擔心。即係如果唔係你嘅職責嘅話，你就淨係負責錫佢同埋為佢祈禱。有紙皮嘅話，你話執得靚啲喎，今日執得好啲喎，咁樣咁鼓勵下佢咧，佢就會有一啲嘢特別去改善咯嚇。咁我都即係大家會覺得，咦？做咩 Betty 咁神化？係，我係一個好神化嘅人嚟嘅。我唔同大家轉彎會覺，我係一個好神化嘅人嚟嘅，因為我真係信靠天主先至可以做到我而家呢份工咯。有冇第二啲嘢想問？大家用咪嘴啊，大聲講。Betty 你好，咁其實我哋做，但夠唔夠大聲啊？好。咁咧，我曾經做一個探訪露宿者嘅時候，咁、那個露宿者就係一個年青人，可能大我少少咁樣啦。咁但係佢就係一個冇乜。動力去做嘢嘅人，咁其實通常我哋喺街見到嘅一啲露宿者，可能年紀係比較大。如果佢係年青人嘅時候，我哋可以點樣去做啊？點樣同佢講嘢，令到佢有翻呢一個 motivation 去投入翻去社會？即係佢可能係心靈上啦，我哋都係咯，盡量幫到佢幾多。但係始終係年青人，我哋希望佢係會投入翻個社會度去做嘢咯。唔該。好難的真係難到飛起啊！即係要改變一個露宿者咧，我話俾你聽係可以用我啲露宿咧，其實係個選擇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唔係因為環境，即係會唔會係環境所逼啊，或者係咩嗱？有人係因為環境所逼，咁嗰啲好容易啦，我即刻就可以安排佢。去解決佢嘅問題啦，有啲係因為即刻冇咗份工，交唔起租咁樣，呢啲係完全有因。但係有啲咧係因為佢自己揀，佢自己揀嘅時候咧就可以，佢喺條街度幾耐都得噶啦。政府都奈佢唔何，唔會特別去騷擾佢，去咩佢。我調翻轉，我會好尊重佢嘅選擇，就係佢寧願留喺條街度，佢露宿。咁有機會啦，其實咧有少少啦，我自己覺得有少少佢露宿，其實佢都係想俾人見咯，佢都係想俾人知咯，佢都係想俾人錫咯。咁所以而家就係我哋入手嘅時候啦，就係我哋去錫佢，去同佢傾下。咁你話係咪可以好快去改變佢嘅情況？未必噶。咁所以你唔好 aim at 去改變佢，你先同佢傾偈。你 aim at 係我定期去探訪你。我想知道你有什麼特別的進展，下個禮拜你會不會有什麼不同呢？你告訴我聽吧，這樣就不是說我來是想令到你有所改變，令到你我扶你一把， sorry 他們不用的，有些他們是他們自己的選擇，我們不需要扶他一把的。不好意思啊。Hello Betty 你好，我叫 Louis Lee。就我就係過往嗰一年咧，就參加咗每一個週禮拜五咧，就去帶一隊
義工咧去尖沙咀探訪露宿者。咁都聽神父嘅指導咧，就係、是、最主要咧就係想同佢哋做朋友。咁但係咧，我哋亦都帶啲手信。咁手信裏邊咧就最受歡迎咧就係嗰啲超市券或者係購食物券。咁有好多露宿者咧就就甚大好多嘢唔要，但係啲超市券一定要。咁啊，由於即係。超市嘅資源有限啦，咁有時咧就唔夠派，咁變咗咧我哋就要定啊邊啲派邊啲唔派咁樣樣。咁亦都由於咁樣樣咧，引起呢個露宿者之間嘅互相嘅爭執、互相嘅排擠。呢、這、一個就話佢唔應該有攞，嗰、那個唔應該攞。咁頭先你就提到話，其實露宿者都好本身都好有資源噶啦嚇，咁、啊、所以咧就尖沙咀嗰批尤其是。係嘛？咁所以咧就喺我就比較詬異啲啦，即、就、係、是、聽到咁講。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啲咁嘅情況咧？而家我哋都仲係即係組員裏邊都仲係，都唔知點算。大家有大家嘅唔同嘅睇法咁樣，所以想請教你點樣。咁唔好講請教嚇，千祈唔好講請教。不過我就想話資源佢哋係有嘅，佢哋想要多啲錢亦都無可厚非嘅。咁因為都是一些錢來的嘛，他可以自由選擇嘛，所以呢就調回轉呢，我就覺得盡量不要給那麼多錢的東西啦， Father 不要再給那麼多錢的東西他們啦，因為呢我們去探的即純粹是一份即對人的關懷啦，即這個是重要過即物質上面的支援啦，物質呢就他們呢用完的物質呢是即係有少少啦嚇，有少少就係好似垃圾屋嗰啲人咁樣，塞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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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佢就以為自己係乜都有啦嚇，都未夠安全喎，都唔夠啊，都唔夠，你繼續俾多啲我啦咁。但係其實佢係塞住自己嘅心靈嘅啫，佢真係需要係人哋嘅錫，人哋嘅關心。而有陣時佢甚至佢會覺得即係你嚟又唔帶嘢嚟禮物嚟俾我又乜嘢？但係當你慢慢用時間話俾佢聽，我係定期嚟探你嘅。的時候咧，佢哋會慢慢知道咯。咁調翻轉太多物質嘅嘢咧，上可能有幾批人嚟探佢添，嚟有幾批人嚟俾嘢俾佢添。咁所以調翻轉佢未必會珍惜你哋嘅禮物噶啦嚇，即係多啲同佢傾偈即係譬如我亂噏啦嚇，同佢哋睇場戲咧。約你哋喂，有冇興趣一起去睇場咁嘅戲啊？有啲話題，有啲特別嘅話題，去同佢傾下嚇，即係有啲特別嘅話題可以同佢傾下咧。咁調翻轉就仲可能可以好過我哋再俾繼續俾咁多嘢佢。尖沙咀嘅人係有三間機構係不斷定期會落去嘅，咁所以都係唔少物質嘅嘢噶啦，係新界區九龍區就係、是、新界區咧就係無家者協會啦。頭先我講咗無家者協會，咁佢哋會綁緊嘅。佢哋咧就即係佢哋點解咁把炮啦嚇？即係話我得啦，我哋負責曬新界成個新界區啦，好有信心嘅佢哋，因為咧佢哋都係非常之神嘅人嚟嘅，佢哋係基督教，佢哋咧就話我喺每一區我都揾一個教會去負責嗰區嘅露宿者。咁所以咧，佢係有一個教會去負責嗰區嘅露宿者，佢哋去留意佢哋嘅需要嘅。所以咧，佢哋成日都唔怕自己冇錢啊、冇人啊咁樣。我有教會啊嘛，我就有錢有人噶啦咁樣。咁佢會咁樣去安排。你剛剛隻個 PowerPoint 會唔會留低俾我哋啊？哦，好啊，冇所謂，冇所謂啊。咁九龍區咧就要睇邊度啦。九龍區即係觀塘嗰邊咧都係無家者嘅。咁如果係由尖往咧就救世軍，深水埗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嚇。我有啲嘢想問嘅，咁我都喺尖沙咀派開物資，咁咧我就接觸到有一對夫婦，咁其實佢哋其實好想上樓，但係咧佢哋有問社工咧，其實嗰個社工佢哋自己覺得真係幫助唔到。其實佢我哋譬如我哋真係想再同佢傾，可唔可以要求佢去揾你哋㗎？即係直接揾你聖雅各福群會㗎。因為佢其實你喺邊區見到佢啊？尖沙咀。尖沙咀咧就係屬於頭先我講咗啦，尖沙咀係由尖旺屬於救世軍嘅。嗱，李姑娘啦，佢哋叫我做李姑娘啦。阿李姑娘個朵都好臭噶。阿李姑娘咧做乜都唔幫我嘅嚇，
做乜都唔會理我嘅。佢幫咗我好多，即係佢唔幫我嘅。實際上係唔係咁咧？就唔係一個即係都好多時候唔係一個事實。所以調翻轉咧，我有陣時幫佢哋咧，我唔出呢個名嘅，我唔出聖雅各個名嘅。我同佢哋接觸嘅時候咧，我唔會出聖雅各名，因為咧已經即係喺佢哋嘅印象當中，佢哋係唔會幫我嘅。調翻轉嚇，咁咧就佢講到自己咁樣咁差嘅情況咧，其實佢係想你去幫佢，睇下有啲乜嘢你可以幫到佢。咁咧就所以九龍區係有九龍組啦。咁同埋咧就當然你問我會唔會做我係會嘅。我是不分區的，因為我不是用聖雅各的名義去做嘛，我還有 Betty 這個身份嘛，Betty 這個身份都做了很多事嘛，所以都可以做的，所以轉介給我，我初步跟他接觸了先啦。當我跟他講了三至五句之後呢，我就會知道其實他是有沒有這個真正的需要和做不做到的了。 okay. 好啊，謝謝，謝謝。那一般都是不好意思啊 ，Betty， 因為我是新開始探訪的，我哋跑馬地聖馬加利教堂的聖雲仙會咁。咁咧，我哋跑馬地雖然話好，即係啲人覺得好富裕啦。咁我啱啱前晚先去完啲板間房咧，就探啲即係好慘嘅地，即係間得好緊要嗰啲。咁啊，探咗四五個 house 㗎啦，咁樣。咁但係因為我哋而家都開始探緊露宿者同埋難民。咁尤其是露宿者咧，我哋個橋嗰度咧都好多露宿者嘅，但係佢哋咧就跑馬地嗰條橋隧道，嗰條隧道，嗰條隧道，咁咧有咁都有啲外國人嘅啦，而家已經。咁我哋呢個重點嘅工作啊，跑馬地嘅隧道係我重點工作。咁我哋其實我因為哋唔係好識咧，點樣去 opening 你同埋點樣可以講會好啲，令到佢哋同我哋冇咩芥蒂啊咁樣一個 opening skill 啦。咁第二。係，咁想問咧，點樣打開密碼？一陣間會教，係。係啊。咁啊，第好，第二個想問，好，再問多一個，就係你話恆常去探佢幾耐叫做恆常咧？一個月一次，兩個月一次。冇問題，冇問題，嚇，冇問題，一個月一次，半年一次都得嘅，唔係乜嘢，不過係希望。你繼續去到，你繼續認識佢 ，keep 住去認識。陳伯、黃生、張生，你將來係嗌得出佢嘅名嘅，咁就係一個你可以變成一個恆常嘅探訪。唔緊要，幾耐都得嘅，冇所謂。喺呢度咧，我幫你一把，係咁啊。而家港九新界跑埋地探，唔單止啊，主教座堂探，灣仔探。九龍聖約瑟堂探，仲有聖文德探，仲有啊筲箕灣探，食到飽曬啊！仲有好多困難，譬如你哋嗰組呢，非常同意我嗰晚去，你唔好叫醒佢啦，人哋詐瞓，你又仲要塞過嗰啲乜嘢$50嘅禮物。其實你哋咧有三個露宿者上嚟聖堂，我哋見過佢。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是想将我的委屈讲给你们听，你就听我讲得了，就是这么简单。讲完之后我告诉他，喂，你做40年命啊，享受一下啦，做30年的，因为你今天七一而已，我跟他同大，做30年玩啊，你开心一点啦。即是其实他需要我们跟他做朋友，不是钱。好，再邊個？仲有一陣。一個實際嘅啲問題。我想問咧，如果露宿者嗰度咧，如果佢想揾 shelter 嘅話咧，佢係一個遊客嚟嘅，佢冇香港身份證，佢有冇權 title 咧？冇嘅，即係因為係香港嘅福利嚟嘅。咁如果係遊客身份啊，或者難民都好啲。如果佢申請咗做難民嘅話咧，難民係有錢嘅。即係香港政府會俾錢佢啦，會俾屋，會俾地方佢住啦。當然係好差啦，即係香港自己市民都住得咁差，啲劏房係咪住得咁差？何況一個難民咧咁樣，咁佢哋都住得好差嘅。有啲住喺新界啲豬欄啊嗰度咁樣嚇，咁都係差嘅咁樣。咁但係就
有地方咯。咁但係如果佢係遊客，純粹係遊客咧，我哋就香港政府就冇任何嘅資助。咁所以咧，我哋調翻轉咯，聖堂咧就好似幫好多手啦，係咪啊？對於難民上面嗰個幫手，我聽到邊個神父咧喺油麻地聖保祿堂嚇係咪啊？佢哋個唔係護神父，護神父嗰班都唔係，護神父嗰班有身份證㗎，係有身份證㗎嚇。要唔要？個 PowerPoint 啊，其實今晚咧，我哋錄播錄咗之後咧，我哋都會剪輯，因為有啲嘢唔想傳出去噶嘛。因為你問過啲個案就好啦，係啊，個案就好。係啊，個案啦，甚至一陣電影啊，得噶。你知唔知電影而家要審查啊？咁所以咧，我哋會放翻係 YouTube 嘅。我機構電話啦，咁你可以隨時揾我嘅機構電話35654401，可以隨時揾我35654401，咁可以隨時揾我嘅，即係尖沙咀嗰位嘅 case 啊，咁嗰啲都可以揾我嘅，咁係真係可以揾到我嘅嚇，35654401嚇，35654401嚇，哦35654401。唔緊要，佢一陣打出嚟咧，會貼到周處都係噶啦，同我個電話貼埋一齊得噶啦。係，好，差唔多啦，係咪？仲有一個。好。邊位？哇！好犀利！嗱，我哋一陣間先好冇，因為阿 Betty 咧有約噶，咁我哋都用掌聲，多謝，多謝。我哋會打呢個電話啦嘛，你哋背一次啦。好啦，咁我哋咧會打呢個電話，多謝 Betty， 天主保佑。係啊，有天主啊，我哋一無所有，天主最好。好啦，好。咁喂，聽唔聽到啊？你自己介紹自己啦。係，我自己介紹啦，我叫黃少芳啊。咁依一分鐘，我係一個退休人士啦。咁其實我退休之前咧，我係一路都喺教育界同埋輔導界嗰度做嘢嘅。咁所以有啲問題或者我都可以答到你嘅，關於教育或者關於輔導，好嘛？咁你開始啦。咁咧，我今日啲 PowerPoint 咧有啲論盡，點解咧？因為我要移民啊，我將我用緊嗰啲電腦嘅嘢咧送曬俾人啊，兩日前。於是琴日嗰部新電腦翻嚟，我今朝開始用。我發覺我啲長者用啲最新科技咧，我買到啲好貴嘅電腦，結果唔係幾適用。咁我今日搞個 PowerPoint 就搞咗一招，我平時用30分鐘搞掂嘅，我今日用3個鐘頭都搞唔掂。咁嚟到都仲要靠人哋幫我整下佢。咁我希望都OK 啦。好，先嚟啦，第一版先啦。係呢度就第一版啦嚇。咁我自己嘅名啦。咁下一張。出咗未？好，好啦，嗱，俾你猜下啦。咁點解仲有一幅搭住嘅？唔搭得唔得？嗰幅唔搭得唔得？哦，因為哦要咁樣噶。O K， 係啦係啦 ，money money home 咁好啦。啊，係咪好性感啊？又或者好感性啊？嗰幅圖。啱啱啊？一個爸爸擋住嗰擋住係個細佬哥嚟嘅，見唔見到？爸爸就淋濕曬啦！嗱，如果要你用三隻字，你會用邊三隻字嚟形容呢個情況啊？嗱，或者唔好講俾一隻字啦，你覺得你睇到之後，你覺得好觸動你嘅，有冇啊？嗰啲做爸爸、嗰啲做媽媽嗰啲，山頂嘅朋友，有冇啊？一個字係咩啊？係愛，呢、這個愛有冇條件噶？是真的没有条件的，但是都有一些条件的，因为这个是他的儿子。如果这个不是他的儿子呢，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了。对吗？ 你有没有见过飞鸿姐姐是这样挡住的？有没有见过？有，这样就太好了。啊、但是有没有一些是不会的呢？我有时见到飞鸿姐姐呢，我有时很八婆的。我见到她自己在前面一直在做手机。
蚊仔后面堕到有咁厚得咁厚，点解啊？因为细蚊仔你脚短啊嘛，佢行得慢啊嘛，阿姐姐对脚又长啊嘛，咁佢又挂住一路扫手机一路行咯，咪佢远啊，红绿灯角，咁我就会做八婆走去话俾佢听，喂，你个主人仔喺后边，你系咪要跟跟佢啊？咁咁呢个。这个我们有没有同理心呢？很多时候一方面是训练的，一方面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有些朋友说啊，工人姐姐我们都见过很多是真的会很认真会这样做的。甚至大家看新闻都见过，有时有交通意外的时候，工人姐姐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身体挡了辆车自己走了的。香港发生的一件事应该是一年前，最近一年半载或者一两年的事，一个印尼姐姐来的，很年轻的，是不是？所以是有的。好了，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帮一些露宿者或者去支援人或者叫帮助人的话，那你就记住了，我们好像前面那幅图一样，一个这么高大的人，一个这么矮小的小孩，如果用小孩子的眼光去看呢，如果你说如果这个前面有十个大人站在前面，我们拖着十个这么小的小孩，那小孩子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大人的屁股来的，想不想象到啊？特别你说如果在人多挤迫很多人很多人的地方，那些小孩子那么矮小的话，他所有的眼睛所望到全部都是大人的屁股，大人的大髀，他没办法可以看高一点的，因为他的角度就只能够这么看。那如果我们说要帮这些小孩子怎么办？你想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那你就要坐低一点了。后面山顶的朋友说你要坐低一点，你要同佢同一个高度。当你能够同佢同一个高度嘅时候咧，你睇到嘅嘢同佢睇到嘅嘢就差唔多啦。唔一定一样，但系你一定系睇到同佢差唔多。否则嘅话咧，你冇办法明白佢所睇到嘅嘢噶。即等于话露宿者，又或者嗰啲板间房嘅朋友、清洁工姐姐等等等等，佢哋系会点啊？他们看到的东西和我们看的东西不是一样的，因为怎样的心态就决定了他看到什么嘛。如果他好像我们这样看到的东西都觉得正向的、奋斗的、有信仰的、有信心的、有盼望的，那他的生活就很多盼望了。否则的话，他看到的都是那些比较灰暗一点的、艰难一点的，那他自然就会这样嘛。咁所以当我哋要睇嘅时候咧，我哋用细蚊仔睇世界嗰个角度去睇咧，你就会明白咗佢哋嘅需要。否则嘅话咧，我哋讲咁多嘢系有段距离噶。因为我有一段好长时间，我自己我本身读书嘅时候，我系读教育心理学嘅，即系严格嚟讲，我就系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嚟嘅。咁所以如果用我哋嘅眼光去睇世界嘅话咧，同佢哋眼光睇世界嘅话咧。我们能够成为教学心理学家，就因为我们要用他们的眼睛看他们的世界，那我先看到小孩子有什么需要，家长有什么需要。我最记得我们初初入行几十年前刚入行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家长不停跟我说的小孩子几懒散几懒散几懒散几蠢几蠢什么什么，说到小孩子好像一钱不值，一句话就生个叉烧我生他，生个叉烧有得吃，哎呀，阴公猪咯！你谂下，细蚊仔听到一句说话，嗰、那个被伤害系几明显啊？生个叉烧个生你，哇！佢个价值系几咁低，系嘛？啊，不过当然我哋后嚟做咗之后，真系细蚊仔原来有读写障碍嘅，知唔知咩叫读写障碍啊？咁叻知？你我哋呢度都有系嘛 ？OK， 咁就得啦。有读写障碍嘅朋友。这个人读写障碍的小孩子还有过度活跃症，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唉，他的啰有尖的，我们说。我跟他妈说，这个小孩子的屁股就尖的，所以就碌来碌去，你生他出来你有些责任的。对不对？第二件事，读写障碍他就不明白什么叫读写障碍，唉，很简单的。那时不是那些什么，那些熊仔朱古力饼的，一个六角形的那个盒呢，即是二三十年前那些都是贵东西的嘛。那个盒呢就用韩文，我记得以前用韩文来
来到那些文字的。我对比他，我说你摸一摸，然后摸给他看啊。那你当然摸不到啦，是不是？摸不到我就告诉你，哇，你的仔就是这样了。他对着那串英文呢，你明明今晚跟他滚瓜烂熟读完了，他就好像看韩文一样，我给你看过你说可以了，你就摸不出来咯。因为都不是你的语言，都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所以我们看的世界，我们要服务的人群，记住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他们的世界，用他们的心思看他们的心思，否则的话呢，就即等于给一段日文你，你望到实一实的了，一冚埋物出来啦，一定鬼五马六的，因为那些不是你的东西来的。好，下一张，下一张，OK， 得好。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大家听嘅咯，啊，一个后巷的故事，发生在1950几年，半个世纪之前啦，系咪啊？超过半个世纪啦，吓，一个两岁几，唔够三岁的细路女，咁住在刚才佢讲过庙街，系咪？庙街同上海街中间其实有一条巷嘅。你不要以為廟街的下一條街就是上海街，不是的。廟街和上海街中間呢，那些屋、那些樓呢，是有一條後巷的。那那些後巷呢，我本來有一幅圖的，不過又簽不到上去就算了。那你如果想像一下，在以前的舊街裡面呢，兩條街、兩棟街中間那條後巷，那就當然是很窄的啦，很幽暗的啦。如果拍電影，你就會看到有人在那裡洗碗啦，看到有些人倒垃圾啦，看到有些人在那追龙啦，啊，什么都有啦，啊，甚至庙街那里呢还有一些那些企街那些都会在那里找食的。那在五十几年前呢，1950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个小女，未够三岁，她有个细佬是未两个月到的，出了世。那我爸爸妈妈呢就很辛苦的，因为要上工嘛，那就由朝到晚都出了去找食。咁咪屋企咧就交俾一個咩咧？交俾一個五歲嘅細路仔睇住個三歲嘅細路仔，然後睇住個幾個月嘅細路仔喺條後巷嗰度住。啊！而家講起上好似好輕鬆愉快。咁嗰時有個政府有個部門叫做寮仔部嘅，聽過未啊？咦，咁叻！寮仔部係做咩工㗎？有冇人可以話俾我聽啊？主要係咩啊？主要係拆屋嘅。佢點樣拆屋呢？佢朝頭早通常佢就唔會好早出現嘅，九點零、十點、十一點鐘，真係等啲大人出咗門口去揾食啦。咁嗰間屋咧，通常就係點樣呢？就好似嗰啲帳篷咁樣搭出嚟嘅，揾幾條木柱咁樣撐下撐下，揾啲床板咁，所有嘢都係朝寒晚拆嘅。人哋係朝寒晚拆，佢哋係朝拆晚寒嘅。朝頭早咧，就將嗰個人篷咧就垂咗落嚟，就遮咗幾塊床板咁。咁嗰啲細路就匿喺裏面㗎啦。咁如果心地好嘅寮仔部呢，拆晒呢啲嘢呢，就會將啲板凍返晒喺度嘅。點解呀？因為想你夜晚行得返。如果啲好衰格嘅寮仔部呢，或者佢賭錢賭輸咗，或者總之有咩困難呢，佢會拎走你一啲嘢嘅。佢拎走你，拎到阿打街後面嗰個後巷嗰個垃圾房嗰度掉咗佢嘅。咁你就死啦，夜晚返嚟就發覺床板就少咗張嗰啲板凳咧，以前嗰啲唔知係咪叫唔知叫咩凳咯，唔識噏啊嚇，係咪啊？同係咪叫床頭凳？總之係嗰塊咁嘅凳啦。你少咗一張，你就死啦。咁你嗰晚就上滑梯咁瞓覺。咁所以你話依啲細蚊仔喺咁嘅成長裏面，佢有冇安全感啊？嗱，係冇噶。依啲細蚊仔，你覺得佢自己有冇能力啊？佢覺得佢無可奈何，特別係你哋拆佢嘅時候，佢想保護自己嘅家園。几岁大？一个五岁的揽住个三岁嚟喊，三岁嗰个揽住嗰个两个月嘅嚟喊，咁有鬼用咩？咁于是细蚊仔就会谂啦，呢个到底系咪我屋企嚟嘅咧？嗰种 homeless 嘅感觉好强啊！似唔似而家嘅露宿者啊？嗱，呢个系喺五十年代嘅事情，同而家唔同，而家嘅 NGO 好多。刚才Betty 提过有一间 NGO 叫做
关爱之家，唔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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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爱之家 ，home care for girls， care for girls 嗰间。我曾经做过佢嘅行政主任嘅，所以我就知道有好穷嘅机构嘅，我哋机构都几穷噶。不过我哋机构咧就拍到啲大码头，总有一两个人咧好有钱啦，到时到后佢又会无啦啦咁啊，会有个电话嚟，小芳，你今日嚟攞钱，攞几多钱？30万够唔够咁？十几年前，30万够唔够啊？如果俾我自己啊，真系好够啦，系咪？不过俾一个有十几二十人生活嘅机构就唔系好够嘅都，咁呢个就题外话啦。咁好啦，我就讲翻呢个古仔咯。嗱，咁啊，俾人哋拆啦吓。咁拆完之后好艰难噶，系咪啊？咁呢一个家嘅父母咧，即系个主人家，下一张唔该，系卖生果嘅。卖生果，咁于是佢日头两公婆出咗去卖生果，咪又嗰几个细路仔喺度咯。咁咪有个两个月大嘅 B B 啊嘛，就个妈妈负责拎去带埋去嘅。以前嘅卖生果咧，系攞个担挑嘅，见过未啊？吓，担挑呢边咧就系生果嚟嘅，即系担挑就一个箩咁啦，箩上面就有个犁啦，有个筲箕咁嘅东西咁啊。咁啊，筲箕上面咧，两个筲箕咧都系摆橙啊、苹果啊等等嘅。咁其中个筲箕下边咧就个苏虾嘅。咁咦，系啊，苏虾咪喺个筲箕下低咯，唔系点担啊？咁呢边咧就摆奶粉啊，晏昼食嗰啲食饭嗰啲沙煲晚餐啊，尿片冇尿片啊，尿布嘅以前嗰啲系就系咁啦。咁你话说有一日咧喺上海街咧摆档嘅时候咧，就俾个后生仔拉鬼咗。咁我嗰时我就知道，后来我就听翻啲长辈讲，点解要拉咧？原来有唔够数。在座有冇揸车嘅朋友啊？有冇发觉最近抄牌多咗好多？系咪啊？哇！以前抄牌通常系你拍到好衰先抄噶嘛，而家你拍得好靓仔，佢都嚟抄你嘅。凌晨都抄，落紧雨都抄。今朝好大雨，我哋沙田区一样有啲阿哥阿姐喺度抄牌。点解啊？唔够数啊嘛。咁原来嗰时都系噶，喺油麻地庙街一带咧，归边度管咧？归油麻地差馆管嘅。嗰次唔够数，就将嗰个苏虾嗰个阿妈，仲有嗰个好细嗰三岁嗰个僆仔、那个僆妹咧，打翻油麻地差馆。咁一个做法咧就系罚款，咁就可以走人啦。第二个做法咧就系死都唔好交罚款，踎一晚，咁第二朝都可以走人嘅。有冇想象过？咁你我谂喺个监仓里边，一个女人仔生完 B B 冇几耐嘅，一个苏虾仔，仲有一个靓 can， 咁夜晚漫漫长夜点算呢？你觉得会有咩事发生啊？嗱，苏虾会喊啦，如果好嘅警察就会点啊？同你谂下办法啦。而家嘅差馆就有规定要提供膳食嘅。而家嘅差馆啊，几廿年前嘅差馆咧系冇嘅。咁如果有啲好恶嘅警察咧，就会粗口烂舌咁闹你噶啦。咁有啲好啲嘅警察咧，特别系如果啲女警咧，嗰啲女警咧，佢就会点样啊？佢会想办法去搵买个面包，买件三文治翻嚟嘅。咁如果再好啲嘅警察咧，佢会想办法咧去搵杯嗰时嗰啲叫鹦鹉炼奶啊。找些奶回来给你给个小孩子吃，因为有两个嘛。那通常不孤单的，为什么不孤单？因为虽然是这么小的，但是这个窗咔啦，旁边也有一批是这样的人。很多的，一到夜晚那不知道是不是月尾呢，拉回来呢就会很多这样的 fans 的。那我告诉你，其中那个三岁的妹妹就是我了，所以是真人真事。咁我哋喺嗰度咧可以倾偈嘅，点解啊？我话唔孤单啊嘛，因为佢一要拉嘅时候，卖生果嘅又拉，卖报纸嘅都拉，隔篱卖第二样嘢嘅都拉，因为佢要够数。咁拉咗之后咧，第二朝咧就通常就走噶啦。咁走咧，因为你坐咗晚咧，个官就会唔罚嘅，就系问你认唔认罪，你认罪，闹你两句就走得。咁系咪咁好咧？咁我话俾你听。我印象里面如果有好的警察呢，他就会告诉我们，靓妹靓妹，
快啲去睇住你架木头车，睇住你嗰担嘢。点解啊？因为阿妈仲喺里边啊嘛。我哋要快啲及去嗰度睇实，因为会有人去攞嘅。边啲人有资格攞咧？警察咯。边几个生果最靓咪攞晒你咯？攞晒你咁啊，观点理得唔多，咁你走嘅时候咪话你一担入去嘅时候300个，走嘅时候得翻83个周时有，系咪？所以有贪心嘅，亦都有啲好好嘅。所以咧，我都话俾你听，我游行好多次，人人咁嗌死乜乜死乜乜，我都冇嗌过嘅，因为我印象里边，我曾经遇过啲好嘅警察嘅。好，下一张唔该。咁有一次，我咪话俾人拉咗，我印象好深，我俾人拉咗嗰次啦。咁跟住，我哋第二朝出翻嚟啦，当然就系唔使讲啦吓。咁啊冇咗，到晏昼咧就有个警察走嚟揾我哋，阿妈阿爸又去咗揾食啦嘛。问我你认唔认得我啊？咁我鬼认得你咩？系咪？咁佢又带咗啲食物嚟，我记得有菠萝包，有鸡尾包。咁点解咧？哦。他就跟我大一点的姐姐解释，因为要找数，如果找不够数就不掂当。那拉了我们看到我们这么惨，他就觉得很难为情，特别我们的生果被人挞走了很多，本来的嘛，是不是？那这个后生哥哥呢，跟着来呢，后生哥哥是怎样？下一张麻烦，他就经常会来我们家，我的家就是后巷那里，临时搭建的而已。咁佢會嚟，有時會買啲麵包嚟啊。有時最大，記住我都唔係恨佢麵包，但係佢嚟保護我哋喎。有冇諗到點解啊？廟街油麻地，廟街上海街，鬼犯之地嚟噶嘛？如果有個警察哥哥成日嚟關心依幾個僆仔僆妹嘅話，咁啲古惑仔就唔會嚟搞我哋啦。好有安全感噶，好中意佢嚟噶，因为佢嚟，佢同我哋倾下偈，佢唔知系咪唔好意思啦，因为咩原因咧？佢嚟亲都我爸爸妈妈唔喺度噶，可能佢哋要去咗揾食啦吓，亦都可能佢翻工巡奸啊，巡到嚟特登兜个圈兜入嚟条后巷装下我哋几条僆仔啦。咁嗰时我就觉得佢每次嚟探都有我盼望嘅嘢。不知似不似而家嘅露宿者啦，似不似系嗰啲弱势社群啦？佢嘅出现咧，就好似有一盏灯光照住你咁样。佢走咗之后咧，啲古惑仔唔系你识阿 Sir 噶？咁我哋梗系话识噶啦吓。其实我唔识，我唔知佢叫咩名噶。咁但系总之喺后嚟嗰段好长嘅日子，呢个警察哥哥咧系真系周时嚟探我哋嘅。咁我好深刻。因此我每次行游行游到嗰度，人哋嗌死乜乜乜乜嗰啲，我都唔讲嘅。我总之个心就记住，我曾经系有警察对过我好嘅。下一张，下一张。所以睇事件咧，我哋就话唔能够净系睇面前嗰啲咯。如果睇净系睇面前嗰啲咧，就你好容易中。入咗个圈套嘅，刚才 Betty 讲话尖沙咀有好几个机构，其实系嘅，因为我哋都喺嗰度做辅导工作嘅，有时佢哋都觉得，唉，啲人好烦啊，系咁嚟，有时应酬下你哋又得些好意就衰回首啦，嚟完又嚟，问完又问，搞阵冇得好瞓，有啲真系有人表示过系啲反感嘅。特別不是只是我們這個機構嘛，你走了之後他又來，他好像說自己什麼迎送生涯，聽到都幾鬼負面了，不過又是事實來的。所以要關心人的時候呢，最緊要看下你關心他是你的需要啊，因為他的需要了，你答我去探访是你本人的需要定他的需要啊？啊？你的需要？他的需要？
你覺得他需要就是你有需要咯，啱唔啱啊？因為你有個需要，你有一種服務人群的愛心，你有一個需要，我要去今天禮拜五我的工作就去那裡探訪。那以後呢，我就想你多一點用個心去感覺一下。如果我們稍後有時間可以跟你玩一個遊戲，其實我現在的能力，我已經走在某個人身邊，我不認識你的巴士站的說法，你又等車，我走過去，你只要給我分零鐘，我靜一靜下來，我可以 feel 到你的情緒是好還是不好，你現在的心跳是多少，你下一步想做什麼，我已經有能力可以 feel 到。那當然就是第一要經驗啦，要修為啦，第二就是你要用心下來，所以你會感受到那個人的脈搏。如果我們去做探訪，去做關心人的工作的話，這個能力都需要有的。你未必好像我們這樣皮膚就可以 feel 到，但你總要用心去估到人家的需要，否則人家都扮聽不到，在那裡詐訓，你還要撩他，還要對比他，那就死得了，是不是？那就會被拒絕了，因為那個不是他的需要來的咯。那我們做輔導工作的話，這一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們做關懷工作的話，這一點都是要小心的。下一張，好了，那講了這樣就問哪些東西是做得，哪些東西是不做得。那我就先講一些不做得的東西，例如說為什麼你會住在這裡的？為什麼你沒有家回的？為什麼會跟家鬧交的？有沒有問過？哇，這麼厲害的，那邊有錯過了，是不是？是不行的，我們通常我們這些東西，我們的 why， 為什麼我們一定不問的，我們就會問 how， 是怎樣的，現在怎樣啊？哦，你現在在這裡住啊？你覺得怎樣啊？這裡如果你說啊，這裡很冷啊，這裡很熱啊，這裡很吵啊，哦，那你用什麼方法去面對這件事啊？或者啊，那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自己弄得好一點啊？或者怎樣可以避免這些啊？嗱，我們寧願這樣問呢，就幫他去思考一下怎樣去面對的問題。但如果你問他為什麼呢，一匹布那麼長，是不是？而且我們俗語人所說，賓口人忌，是啊，賓口人忌賓口碗。他已經婆媳不和走了出來的話，你還要問他做什麼，你的新抱不接納你，那就很弊家伙了，對嗎？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如果他 OK 的，他不會想出來的，是不是？出來是一個選擇， Betty 說出來真的是一個選擇來的。大家認為選擇應該有多少個才是最好的？一個選擇好啊，兩個選擇好啊，一是三個或者三個以上的選擇好啊？聽一下先，三個選擇或者三個以上的選擇，有沒有人同意啊？兩個選擇，是、哦、有多少個人同意兩個選擇？舉下手來。哦，都有不少認為三個選擇才好的，都有多一點，一個選擇不要想那麼多，都有的。 OK， 那我的老前輩就告訴你，一個選擇等於沒有選擇，他用一個字眼叫做死路一條，是不是？一個選擇就是死路一條，所以你告訴他你一定要上樓住屋的話，那就叫死路一條，因為他不願意的，他沒得選嘛。兩個選擇就叫做左右為難，啱唔啱啊？如果兩公婆鬧交嘅時候，對個仔講你錫爸爸好定你錫爸爸多啲，錫媽媽多啲，咁就係叫做左右為難啦，係咪？咁你要記住咯喎，當你去探訪嘅時候，你同佢傾偈嘅時候，如果你問佢咁樣點好啊，你就唔好淨係俾 A and B 咯噃。
咁我哋话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嘅选择先系选择，得唔得？一系点样啊？系死路一条。二咧？系二就左右为难，只有三或者三以上先系一个选择嚟嘅，得唔得？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发觉艰难噶啦。诶，嗰张去咗边？系，咁又唔好太早落判断喎。嗱，有冇试过同人哋倾到咁上紧个心就已经有啲点样啊？啰啰挛，嗯，都系咁噶啦，咁都系你都系衰噶啦，你唔衰又使乜咁啊？有冇咁啊？可能个嘴巴唔讲出嚟，但系容易有一个判断喺里边嘅。咁正正咧，如果我哋面对呢班人咧，好多时候我哋个判断都错嘅。我的工作经验里面说我知道，因为我是做了几十年辅导工作，我的工作经验说十居其九都错的。因为太多我们错的经验的话，我们很多时候都不会用这样的直觉，不会用这样的判断了，我就真的用自己冷静下下来，然后再听多一点，看多一点，然后才去想可能的方法。太早落判断，例如他露宿都是很需要钱的了，于是我们的礼券又给他，赠券又给他，面包又给他，但是正正不一定对的。我不是说我以前是做过 Home Care for Girls 关爱之家的，我们隔壁有一间叫国际酒店，窝打老道那间，那我们修女和酒店的人呢就很鬼熟的，每晚八点钟呢酒店的那個麵包房呢就差不多關門了，他就會打電話上來叫我們的女兒下去，下來拿麵包吧。你想想酒店的麵包不會是雞尾巴菠蘿包吧，是不是？那間酒店很厲害的，沒有隔夜的，晚晚八點鐘我們就去拿的了，多到啊，我們的死妹妹啊，吃都不吃啊，我自己都不捨得買的十元八元一個麵包，十幾年前我自己都不捨得買麵包，我們的小孩說有什麼好吃的，看不起，為什麼？太多了嘛，太多的時候他都不會珍惜了。後來修女說真的把起火上來拒絕了，人家那條水給了第二間機構了，很久沒有吃了，吃我們那些生命麵包幾元一條，鬼死咁大條，食得冇幾耐就已經話嘴都歪埋啦！哇，點解唔會國際唔再叫我哋去攞麵包嘅？邊個得罪人啊？咁又去認咯。你係咪去攞得罪人啊？最後嗰只你要攞嘅噃。點解而家冇得攞啊？修女話冇啦，你哋都唔恨，唔恨咪冇咯，唔資助咪冇咯。啊！呢件事件已經學識咗啦。呢班細路仔學識咗要識食啦，珍惜嘅食。不是必然的，好的东西不是必然轮到你的，当轮到你的时候你不珍惜就可能没了的。所以我们去探访，我们去照顾，其实我们都是关怀而已，可能我是做教育出身的，关怀背后我总有带了一个教育的味道在里面，怎样去帮他们起身，怎样帮他们去看回个世界，要在他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空間，他能力可以接受的時候，你就應該段時間就要給一些他的了，是不是？就不是說一開始的時候就給，一開始等於說一開始你叫人去打那個什麼 COVID-19 那支針，那些人不用的嘛，死那麼多人，今天又死一個，明天又死一個，個個都不敢打的嘛。那後來現在打打下，我現在就會鼓勵人為了自己、為了家人你都應該打了，如果你有疑问就问下医生啦，再唔打冇得打噶啦，再迟啲有得打系科兴噶啦，你想唔想打啊？系咪要有选择啊？如果有选择嘅话，就快啲有得拣就拣啦，否则就死路一条噶啦。我哋就会咁讲，当你咁讲，配合翻政府而家嘅宣传，哇！九月之后就冇得打啦，要打系自己乜乜乜乜啦咁，咁身边啲人就会去考虑啦。咁呢个就系话，我哋做即系一个关怀工作嘅时候咧，就要咁样去睇事件咯。你早讲都冇用噶，系咪？但系又唔好迟，
你唔好遲到九月之後先叫佢做喎，因為已經冇啦。最後個針係幾時？最遲打第一針係幾時？知唔知啊？八月啊嘛，所以而家係咪開始要登記啦？啊，都係啦嚇。如果你哋要打嗰啲，就自己諗啦嚇。不過問我打，我打咗啦，我打伏必泰嘅。個理由就係佢哋啲專家個個都打伏必泰，佢哋都唔打科興，我信任佢哋。嚇，就係咁啦。好，下一張。咁唔可以做嘅嘢講咗啦，咁可以做嘅嘢係咩咧？帶隻耳仔去啦。剛才 Betty 都係咁講，佢哋需要嘅係你帶隻耳仔去。你去咩？唔好批判，就係聽。佢講乜你都聽。咁我哋通常嘅習慣就係、是、啊，哦係喎嗬，啊咁啊，啊咁跟住點咧咁？佢講就係喎，我來來去都嗰幾個音嘅咋。萬事萬靈噶，啊！依個理論唔係我講噶。如果即係你有聽過西方有個好出名嘅心理學家 Rogers， 佢就係教依條仔。係啊，OK 係，係 ，yes， 就係咁咯。佢就要依啲嘅咋，你千祈唔好俾意見佢，唔好懶叻咁提議佢咁提議佢咁，因為嗰個係你嘅需要嚟噶。你想想是不是婆媳建立好关系，这个是你的需要来的，不是他的。他如果要建立好关系，他做了嘛。对不对？跟老婆关系好一点，跟仔女关系好一点，他有能力，他早做了嘛。他一定是没有能力。你跟他说不要家暴啦，傻啦。家暴的人往往他弟弟的时候就是被人家暴过的嘛。知不知道这个道理？知不知道？知噶嗬，我哋做嘅經驗咧就係話，今日做虐打嗰、那個、做 abuse 嗰、那個、虐待嗰、那個，其實佢細佬哥嘅時候就係俾人虐待過嘅，佢細佬哥嘅時候就俾人咁樣打過嘅，俾人哋排擠過嘅。哎呀，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好正噶，多年新抱熬成破，聽過未啊？未聽過，講多次，多年新抱熬成破。当他有一天做人，他后生做新抱的时候就被人虐待，被人骂，被人糟质了。他将这些所有学晒之后，他将来做人奶奶的时候，他会用相同的方法对待他的新抱仔的。就是这样。他不会说因为我当初受过这样的苦，我今天呢我就有新抱的时候我就好好地锡我新抱，是不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又叫盐前滴水，点滴不差。咁如果你明白咗一個道理嘅話咧，咁要從根本去改變嘅話，只有一件事就係愛。你俾好多好多好多嘅愛去浸鬼死佢，咁你喺佢旁邊俾隻耳仔佢，佢當聽聽下講講下，佢就會問下你意見。我當初做得有冇錯啊？又唔好咁快答喎、啊，你咁快答你就中計噶啦。如果佢咁問你，你會點答好啲啊？听下你哋意见，点啊？哦，即系点啊？啊，应下佢系咪？哦，咁啊系，唔系话人哋问你我有冇错喎？佢想你答有或者冇喎。你自己觉得咧吓？嗰边咧？诶，你都系你自己觉得咧吓？咁咧，想唔想听我嘅答案啊？我这个是金句来的，万事万灵的，没错的版的、啊。小芳，我那时候是不是做错了？我就会望下他，不要说话、啊。你千万不要说话，因为他不是想听你答案的。他真心是想听自己的答案。如果你那时候答他，你就很蠢的了。是这样望着他，两神交头，含情脉脉地望到他实。他就会说我是没错的。那我就哎呀，试试留意呼吸，我们做活动都挺有经验的。我们很多时候想一个人进入个状态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回到呼吸那里的。那我哎呀，我们大家一起来留意一下呼吸先。你再说多次，你问我什么话？我真的有没有给答案他？我都没有，是不是？我这样问的时候，他又自己再想了。
佢再讲一次，其实佢每讲一次佢就谂一次嘅。佢每讲一次佢就谂一次，特别系面对创伤，特别系面对创伤嘅人咧，我哋如果同佢做创伤治疗咧，我哋系等佢自己引导佢自己讲，讲完又再讲，讲完又再讲，或者佢讲完两次之后，我读翻一次俾佢听，你正话系讲呢样问题，咁之后佢都系有两三次，咁佢两三次之后咧，佢会叮一声嘅，佢可能。如果佢仲继续问你我有冇错咧，我就会答我嘅金句咧，真系唔容易喎、啊，挨到今时今日。你谂下有冇答到佢啊？我冇答到佢嘅，因为佢根本唔需要我嘅答案噶嘛。我只要话俾你，唉，搞到今时今日真系唔容易啊。我有冇谅解成分啊？有咯、啊，我有冇听到佢嘅问题啊？我都有了噃，我有没有跟他有同步同理心啊？都有了，所以你这一讲之后呢，通常下一步我就见到人哭的了，或者流眼泪的了，或者会沉思的了。那这个时候都不要那么快答嘴，由得他了。很多时候我见人哭，我都不递纸巾的，因为你一递纸巾呢，或者递杯水呢，他的情绪就停在那里，在那里 frozen 了。如果你想他再入一去自己自我疗愈的话，这个时候可以轻轻在他身边拍他膊头，拍他的手背，给他感觉你与他同在的话，他就很舒服了。不要那么急于去给答案，不要那么急于去回应他的问题，但你要给他知道你是听着他说话，你是陪伴他的。那因为陪伴的关系呢，你千万不要今天去完之后一年两年后才再去，那就太远了。那你说我都要搵食，我都要上班、哦、那你们是不是会譬如心里面都给他知道你约莫几时会来了，那会不会是、啊、我下个月再来探你啊、哎、我过多两三个礼拜再来探你，那他就知道两三个礼拜就算加起来都是五个礼拜而已，咁你就唔好两个月之后都唔出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有时佢哋已经冇乜朋友，冇乜性咧，佢就好盼望呢啲人咧去听佢讲嘢。点解咧？因为听完你又唔会俾 comment 嘅，你纯粹系关心去听。然后你听完之后，你又唔识佢嘅屋企人嘅，呢个先最紧要，冇是非啊嘛，啱唔啱啊？即是等于你是保守了他秘密。那如果这样，如果有个人愿意听他呻下，听他讲下，听他去闹下，或者他闹边个啦，是不是？你有得闹都是有个对象，倾诉的对象。他们露宿者或者一些我们说很艰难的人，他最少最缺乏的就是被听到的声音。老板不听他的声音，他睡在那里，那里的那裡的老闆或者那些業主都最不喜歡聽到他們的聲音，那你願意去聽的話，他真的覺得是如獲至寶的。那所以、有定期，我記得好像神父有定期的，是不是你們都是 是的每個星期，可能有些人未必每個星期去見到同一批人的，但是都應該是有，即是讓他知道你約莫多久會來、啊，咁或者佢知道你今个礼拜去呢度，下个礼拜咁佢知道你轮到咁上紧，总会又会轮到佢呢度。咁佢哋就有呢个盼望。好，下一张。好啦，呢度又想讲一个故事咯。有头发边个想做辣呢咧？咁样我又唔识打辣呢两个字，又唔识写咯吓。咁啊求其啦吓。咁我又想讲翻我自己一个经验。咁我咪话我以前住庙街嗰度噶嘛吓。咁我。我好艰难啦，住嗰啲位置，好彩我有个好好嘅爸爸妈妈，好奋斗地用几个月时间就储啲钱，就可以买间木屋仔啦。我搬咗上木屋仔，所以咧警察哥哥，我后嚟又见佢到啦吓。虽然我心都好挂住佢，咁啊，如果佢依家喺度，我谂应该八十几岁噶啦，呢、这个人应该。不过唔知佢系边个吓。咁我哋嗰时咧，因为爸爸妈妈都系要搵食噶嘛，咁我啊，因为嗰时我已经有六七岁啦，我大个啦。六七岁叫大个啦，点解啊？因为上面嗰两个阿家姐阿哥去咗学师啦。点解要学师啊？
因為學師包食住，好細個就去咗學師啦，包食包住。咁你當然就係要跟師傅做嘢噶啦，做牛做馬噶啦嚇。咁我哋嗰時咧，我就變咗我下邊有兩個細佬妹啦嘛。咁阿爸翻去翻工咧，我就最驚夜晚臨啲細佬妹嗌肚餓，發覺米哥唔夠米，死得。如果我自己，我就寧願唔鬼食嘅。但唔得噶嘛，嗰兩個細噶嘛。咁我爸吩咐過我，逢我屋企冇米咧，就去街口唔知邊間米鋪嗰度，嗰啲叫咩奢米啊？聽過未啊？啊，原來以前有噶嚇，又唔係淨係我一家人係咁噶。咁你就去話俾啦，我話邊個嘅女？啊，邊個我老豆咁啊？好似好威咁啊！陳大文啊，我老豆，屋企冇米嘅。咁啊，依句好細聲嘅咯嚇。陳大文啊，我老豆好大聲嘅，我屋企唔夠米啊，好細聲嘅。佢就問趯幾多啊？嗱，幾好噶嗰啲人，佢唔會問你奢幾多，你咁嚟得就肯定你僆妹冇錢嘅。咁又趯幾多啊？兩斤邊種啊？咁。咁如果排阿爸你揾到食，咪话叫你趯普通米啦吓。咁啊，如果排揾唔到食嘅，叫你细细声话俾米碌啦吓。知唔知咩叫米碌啊？唔知啦。以前嘅米咧最高级嘅叫元朗丝苗米，最高级噶啦。跟住落嚟咧就有叫中国丝苗米，平少少嘅。然后再低级啲咧就系普通大米。然后再数多几级咧，要嚟喂鸡嗰只咧叫做米碌，真系好碎好碎好碎嘅。咁你食嗰啲饭咧就最就忌嘅，因为佢碎咧戒口嘅。你真系送都要夹多啖先吞到嗰啖饭嘅。如果啲米咁靓嘅话咧，根本唔使点样送都可以食到饭嘅。吓，呢个就系分别啦。咁我哋嗰个时候，咁你谂下啦，我自己阿爸吩咐过我冇米就要去赊米。雖然人哋就好好心咧，話俾人趯米啦嚇，但係其實個心裡唔知道係冇嘅。誒，屋企臨煮飯，發覺個火水爐冇火水啦，咁啊冇火衣，同屋共煮，問人借啦嚇，借得多人都冇得借噶嘛。咁我爸吩咐我，咁咧你又去街口嗰間乜乜行嗰度，專係代理火水一罐罐嗰啲好大罐圓氹嗰啲，就話俾你幾多樓嘅，邊間屋嘅，阿爸係邊個，咁啊得噶啦，佢會送貨嘅。咁啊送完貨之後，我爸第二朝就會去找數噶啦咁樣。咁咪又系咁做咯。咁我覺得，我又幾似而家嗰啲劏房户嘅生活喎，又幾似嗰啲露宿者嘅生活喎。唔同嘅就係話，而家好少人窮到咁交慣，真心嘅。因為而家你窮嘅，你有個社福嚟處啊嘛，仲有好多 NGO 啊嘛。我哋嗰個年代冇噶嘛，左邊又咁窮，右邊又咁窮，前面又咁窮，後面又咁窮，所以。虽然是这样做，但是穷得你很愉快的，因为所有小孩子都是这么穷的嘛。那我跟人家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很聪明，我是学霸来的，我读书一读就懂的了，成绩永远都是最厉害的那个。所以我爸一说没钱交学费，我的班主任就来我爸给我回学，不用收学费的了。那我这么好彩的东西，由中学一路去到大学我都不用交学费的。那我的学霸呢就好著數啦。咁點解我會成為學霸呢？又多謝下一個人啦。唔該，下一張。下一張。我想又講一個被歧視嘅經驗啊。咁我嗰時係住廟街嘛。咁我哋個街口，我哋嗰條樓梯落嚟咧。就有一檔寶鞋佬啊，寶鞋檔啊，咁係一對夫婦經營嘅，佢哋冇仔女嘅。咁我嗰時候覺得人哋好有錢噶啦，有個檔口喎，係咪？咁但係而家睇翻下，哇！大佬啊，喺樓梯底一個位啫嘛，點解嗰時候我哋做細蚊仔，即係細蚊仔嘅眼光啦，矮一截噶嘛，覺得佢好高噶。我時應該七歲、八歲、九歲，我唔記得啦。咁我哋樓下咧就嚟咗個女仔，新喺大陸落嚟，投靠佢家姐姐夫嘅。那個女仔應該有十三四歲噶啦。我諗佢有十三四歲，我可能係七八歲咁上緊啦嚇。咁我哋好老友嘅兩個。咁佢個花名，因為佢大陸落嚟滿口鄉下話，所以佢花名呢叫大鄉里。咁啊，大鄉里咧就嚟到香港咧，得我最老友，咁我兩個一齊啫。點知有一日？
我落樓梯轉角嘅時候，我聽到鞋婆，即係嗰對夫婦個老婆咧，阿鞋婆咧，就同阿大香你個家姐講，嬲死我啦！你呀，唔好俾你個妹同阿少芳玩啊！佢阿爸阿媽由朝到晚都去揾食噶，依啲人啊冇家教噶，仲一有爺生冇乸教噶咁。啊，撞佢個鬼！我又唔知咩叫有爺生冇乸教，我嗰時候未讀書。咁我就夜晚一五一十翻嚟就話俾我阿媽聽啦。咁我媽好好傷心。我媽其實係我媽當時啊，我媽同我爸係自由戀愛嘅嚇。記住，我媽如果再生，今年100歲。我媽同我爸爸係自由戀愛嘅。我爸爸係書生，不過係窮書生。我媽媽係香港嘅千金小姐。我媽媽我外公哋係嗰啲資產係講一條街、兩條街、三條街嘅。犀利係咪啊？就係因為戰亂嘅關係，自由戀愛，所以我媽媽係大家閨秀嚟嘅。聽到人哋話佢有爺生冇乸教嗰啲仔女，幾難過。我只不過因為窮啫嘛。點解咁窮啊？因為世代時代係咁啫嘛，亂世兒女啫嘛。咁我媽就好難過。我好細個，佢就講俾我聽：唔緊要嘅，人哋咁話你，你唔覺得自己冇家教就得噶啦。你屋企係有家教嘅，我有教你哋嘅。咁我媽媽就講咗句説話：俾心機讀書，憑知識脫貧。今時今日，我一家兄弟姊妹都係專業人士，咁我就有一個復仇記啦。我講起都好興奮啊！我俾人哋咁奚落咗，叫吩咐附近啲僆仔僆妹唔好同我幾姊妹玩，個理由就我冇有爺生冇乸教。咁我哋個個都係專業人士，個個都最低限度嗰個大學畢業嗱。最低嗰、那個嚇，咁我哋今年都成70歲噶啦嘛。你諗下，我哋咁嘅年紀，當年嚟講有咁嘅學識係唔容易噶。我大學畢業，當我揾到第一桶金，我有樓有車嘅時候，我幾姊妹一人揸部車翻去，佢仲喺度擺檔補鞋。我哋好似拍戲咁，一二三，幾架靚車拍喺路邊落車。叫聲佢死未？呢個就我嘅復仇記。不過當然嗰時候好年青啦，即係呢啲咁小氣嘅嘢咧就做咗啦，傷害咗人啦，係咪？我後嚟諗下，如果佢叻嘅，佢唔使補鞋啦，佢唔使一世補鞋啦，係咪啊？如果佢有本事嘅，佢唔會講呢番説話啦。就因為他沒有這樣的能力而已。我後來自己做輔導工作的時候，我就覺得他也不想的，不過在那個時間，在那個階段裡面，他就走到這條路，我又這麼不幸被他做了他的踏腳石，人家覺得他很英明神武。所以那次是我唯一的一次復仇記，之後都沒有了。不過我那次復仇呢，都是我的姐姐哥一起來的，我們都是幾條友都係衰噶啦，不過但係嗰次復仇復得好爽嘅，即係所以一個人就係你點樣造就一個人咧，其實係由好細個開始噶。我好細個受到嗰位警察哥哥嗰種照顧咧，雖然2019年嘅事件、2020年嘅事件，我都唔會憎曬所有嘅呢種人咯，我都仲有一個界線，我都知道有啲唔係咁嘅。是為勢所逼的。咁亦都鞋婆對我哋當年嗰啲歧視嗰啲奚落嘅話係有仇恨嘅。但原來經過教育之後，人嘅仇恨個眼光闊咗嘅話，仇恨係可以放低嘅。咁我哋從事一個支援工作嘅人咧，我哋都盼望仇恨係應該到此為止嘅，係唔應該代代相傳嘅。咁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去教育下一代？點解點樣去幫助佢哋？即使而家嘅社會事件，佢仍然同啲年青人做好多年青人嘅輔導工作。事件係咁，都唔知時代揀咗我哋定我哋揀咗個時代。大家都有一定嘅難處，行到今日大家都唔容易嘅。
但如果带着仇恨的心下去的话，就冤冤相报何时了，都是困难的。好，下一张，麻烦。所以如果我们出去 帮人做一些辅导的工作，或者做一些关怀的工作的话，记住一句说话，就是你当你报仇雪恨的话，就因为你背后种落了一些仇恨的种子。如果我们当初播落了一些宽恕，播落了一些爱共融的种子的话，那就很不一样的了，是吧？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概念，都是我们都是以爱的，耶稣爱我们，我们爱人家，就是这么简单的。我原来发觉耶稣的爱很容易的。我奶奶早几年过身，我奶奶不识字的，一直都拜神的。咁唔知喺六七年定八九年前咧，无意中我就发觉佢开始上基督，我哋喺大屿山住嘅。佢就原来逢礼拜日都去教堂噶。佢唔识字，咩都唔识。佢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乡下人。但系我有一次问佢：你点解会去教堂啊？佢话佢信耶稣。我话你点知自己信耶稣啊？佢讲咗句说话，我真系好中意嘅。我成日都越嚟用呢句说话嚟教我啲学生。佢话耶稣爱我，我爱耶稣。几简单，对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家来讲，我说你怎么知道耶稣爱你？你又怎么知道你爱耶稣？你不是贪心那些礼物吗？因为教会都很多礼物给老人家，我说你不是贪心的礼物吗？他不是，我去不去教堂他们留给我的，不过我爱耶稣是嘴里相信心里明白。我在他们学回来的八个字，八十八岁老人家，未读过书，未出过来香港，一世人都在大屿山，心里相信，心嘴里相信，心里明白。我就很感恩，很感恩有个这样的老人家。原来有爱就可以有这样。如果不是耶稣的爱，我相信他不懂讲这些说话。我真心地相信。好，下一章。是咯，应该是最后一章了。这张真是不容易啊。又或者再鼓励多一点的，就哎呀，我发觉你现在都很给心机啊，是对的，给心机吃饭，给心机打扫好他周围住的位置，给心机去跟人家相遇，给心机去跟现在的交流，现在的聊天，是不是啊？可以赞到的。所以赞人要具体咯，你就不要说、你今天都挺好啊，那就弊家伙的，因为不知道好在哪个位置，是吧？但你说、你能够活到现在都能够这样坚持下去，你都不容易、那他就容易听得入耳了、你都很给心机、因为如果告诉你、我去执纸皮、我由几点执到几点拿去卖、我又怎样怎样执好它、以前人家说我污糟的，现在人都不说我了，那你就说哎呀，你现在真的很给心机、哇！如果你有咁嘅改變，真係唔容易喎。嗱，你放諸四海而準嘅喎。你離開嘅時候就，哎呀，我今日好高興喎，有機會同你傾偈，我有機會聽到你嘅故事。哇！依句就係等於臨走之前擺低100元，因為本來佢應該講話，我真係高興啦，你肯聽我講故事。但係你倒轉頭話，我真係高興啦，今日有機會認識你，今日有機會聽到你嘅故事。真的不容易啊！这样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很被尊重，他会觉得很被爱。记不记得 Betty 说，他们不是真的这么需要物质的，他们很需要的是那份爱。物质对他们不习惯，你所以说他们穿得好像溜溜悠悠啊，什么他们惯了而已。你说如果他们真真正正银包没多少钱，我告诉你不是，我分分钟他的钱多过你和我的，真的，他们不是真的那么缺的。还有他们一表示缺的话，就很多人涌过去的了嘛。所以真正很缺的是你，你很缺他接受你，你很缺他肯听，他肯给你和他聊天，行不行？我今天到这里好不好？多谢大家。咁而家请阿张文达咧，都同我哋
可以吧？俾啲點講啊？點講？點講好難講啊！大家好，我叫張文達 Alex， 善牧助更新協會的負責人。我們的協會是做什麼呢？探監服務。為什麼做探監服務呢？因為有很多坐過監的人不知道怎麼辦，如果不理他們呢，他們只會繼續坐監，但他們會聰明了，他們會先不是自己坐監，是找一些未坐過監的人去犯法而幫他們坐監。我們覺得這個不是健康，所以有很多做探監服務的人不斷去改變這件事。但是為什麼跟街友，即是跟我們現在探訪露宿者啊、執紙皮婆婆啊、清潔工啊，一些在公寓裡面都不知道他做什麼，坐了可以坐半日六個鐘沒事做的，那些哥哥姐姐為什麼會跟他們拉上關係？因為以前啊的我們說的街友，以前的街友呢 90% 我跟你說都是坐過監，很多都是復吸者，復吸者即是曾經吸毒，回出來繼續吸毒，然後回去喜靈州，回去石鼓州，再回出來再吸毒。以前的街友呢大概是，所以面對那班街友做的事呢又跟現在不同。現在剛才那位 Miss 說了，有些二十幾歲的小孩，荃灣有一個，他說他19歲拖著個夾，裡面一蚊出來有件恤衫。我問他去哪裡，明天上班，那你今晚睡哪裡？睡荃灣大會堂門口。為什麼睡在那裡？一問這句為什麼，剛才說了不要問為什麼，他一講講半晚的，你是沒有那麼多時間陪他。現在的街友是跟以前已經不同了，你們如果出去做，你們面對著的人完全不同。所以我相信在座有沒有人是未去過探街友的，未去過派東西的，未一位兩位未去有沒有兩位而已。 OK， 那我跟大家說，你們應該大部分去探人抱著一個心先，一定是有愛心，對嗎？剛才小芳、Betty， 但你們去了一個很穩定、有愛的天堂，我當是因為在一個天堂裡面做應該做的事。我現在帶大家走一走地獄先，講兩個個案給大家聽。第一個牽涉一宗謀殺案，那個人現在還在囚，謀殺人的一位露宿者，被殺的是誰呢？不是派東西那個，不用怕，是另一位露宿者。為什麼他們會搞到這樣呢？因為他們都欠一個挺大的利益，一包餅乾，一包很漂亮的餅乾。其實那晚那兩位露宿者大家都有一包餅乾，不過這個有的是士多啤梨味，那個有的是朱古力味。然後派完了走了，士多啤梨的買問他，為什麼你有士多啤梨我得朱古力？你給包士多啤梨我，士多啤梨的名字為什麼可以給包士多啤梨，人家給我的嘛。好了，慢慢口角，跟著在隧道裡面繼而打交，打打下有一個被人插死了，跟著另一個被捕進來。他即事後問回他，他就說我從來沒想過，因為一包餅乾插死一個人，他露宿了十幾年，他沒有想過為什麼要為了一包餅乾插死人。但那一刻他就是很生氣，為什麼我喜歡吃士多啤梨但你會有士多啤梨我沒有，為什麼他給包士多啤梨不給我，是不是因為我樣衰，還是因為你懂得哄人呢？那一刻他什麼都看不到，他只看到你有我沒有。第一個個案。第二個個案，一位露宿者，他非常之怎麼說有人說可憐人呢就特別容易感動到人的，那位是一位挺可憐的，連他坐監期間見到他，囚友都覺得你真的挺可憐，即我都不好意思欺負你，你這麼慘，即慘到還慘過我坐監的時候，我怎麼欺負你來啊？他一位可以表現得這麼好的、這麼可憐的人呢，贏盡了同情心。他怎麼會進來呢？他衰兩件事，第一恐嚇，第二爆竊。我露宿者都要咁嘅時候，咁使乜露宿者又揾到食啦？但佢就係呢兩樣嘢。但係我問佢啦，之前其實你係咪老手嚟嘅？爆竊你係咪慣咗噶啦？喂，恐嚇唔係行埋去嚇嚇人就得噶啦，要有技巧喎。你咁樣俾人拉擺明係冇啦。佢話我從來我都未試過恐嚇人，我更加未試過爆竊。我諗點解你要做啊？
吸引力。他说有一个叫吸引力法则，我想他你这么厉害的，露宿者都知道什么叫吸引力法则。跟着他跟我说，他说他入了惩教主之后，心理组跟他说的，你犯法是因为有一个吸引力法则吸引了你去犯法。什么事呢？就是他恐吓一位派开东西给他的义工。为什么恐吓他啊？因为他认识了这位义工，这位义工见到他很可怜，非常同情他。如果我每个礼拜每个月来派东西给你，都是救你不到的，所以我更加想给多点你。因为为什么？我有你没有，我给多点你，我给得到嘛。 OK， 他拿下一点拿下一点，然后他发觉不是我不够，但是我可以拿得更多，那为什么不拿呢？那但是 更问题大就是那位义工他很怕被人知道，他可能啊，我不说在哪个会，他会被个会知道他做的事，又脱离了他出去做义工那条路，有些守则他又没有守到，但他说我不守守则，因为什么？因为我爱咯。为什么我爱？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爱咯。他完全赢了，跟自己说。于是他用了一些不守守则的方法，他给了个电话号码去，私人地可以联络到，就跟他说了，喂，如果你有什么不舒服你找我啊，你静静鸡通知我啊，我尽量帮你啊。OK， 那个人有他的电话，而最惨的是他回自己的区道派东西嘛，出入到他的区，那个人慢慢找到跟踪到他，继而希望他的收入得到那么多。这个仇义工哦觉醒了，我有危险的感觉到，他想离开，他不想再 follow 这个 case。 跟着他嘛，对方恐吓咯，点解要恐吓？原本已经得到嘅嘢开始冇啦，佢开始惊啊，佢有好多好多嘅情绪扰动咗佢自己，于是佢恐吓佢。嗱，你唔乜嘢？我知你住边度，我知你屋企人。嗱，你边个边个几时出入？我及过你噶啦，我睇到噶，你唔好话冇啊。佢开始惊，佢话唔好啦，我俾你啊，你想要乜嘢？我尽量俾埋呢只嚟，俾埋呢次冇噶啦。但系呢一次之后又一次，一次之后又一次。那个人不断被得到一些东西，但是很可惜，可惜是什么呢？那时未有那么多疫情，还有得去旅行，那个义工不知道是因为想避他还是想去散心，出了去旅行，去了旅行就见不到那个义工，他以为义工怎么不见了的，那又不见了，家里人又好像没有出入，于是他走在家里找，没人应门，终于他想到很好的方法，就是没人应门，即是没人，没人就叫门咯，叫完门之后就被捕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义工家里有人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较为年纪大的人，他一叫门入去已经见到他了。那么幸好他都还有一些叫害怕，即如果不是就他可能是第二单谋杀案的了，随时他害怕，害怕就走了，那人就报警了，跟着拉了他。 OK， 两单 case， 两单 case 是事实的 case。 那我当然我不是说当中某些人做的事啱与错，当中没有啱与错，只是事实发生了一些事。那今时今日了，大家去探街友，我们叫做下。你们会抱着很多方法去做的，对不对？那今天说，你怎么打开说话？其实我想很多人应该，有没有人试过完全不知道一埋去怎样跟他讲话？有没有？有，完全不知道。那你埋去做什么？开了天主教的牌头先，即是换句话有什么呢？都不用怕，找天主教不关我事，天主教叫我来的，天主教说的，天主教说怎样怎样怎样。 OK，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怎样跟他们说话。而我们协会呢，过往呢做探监服务，后来慢慢做探街友服务，慢慢探清洁工，独居的人，执纸皮哥哥姐姐。但我们慢慢地发觉一件事，我们做的义工呢都是探开监的，探开监都有一定经验的，其实也很难，不知道怎么说。但他们发觉探街又说不到东西，因为买到人跟他说，哎，你好啊，辛苦你了，那个人问你辛苦我什么，你搞我，为什么我会辛苦，你无端埋来做什么，我给包东西，你给包东西我又怎么，我说要吗？他们完全束手无策，初完全不知道怎么做。我们那时候派哪里呢？就是刚才说的观塘码头。
我哋亦都問咗基督教會啫，無家姐嗰邊，喂點搞啊？你點做？跟住講，哇好難做，觀塘嗰班好麻煩嘅，嗰班友咧夜晚自己淋濕自己嘅地下咧，跟住自己就走咗去，等你哋以為佢哋冇人瞓，夜少少拉翻個紙皮過嚟又瞓過。點解？佢唔想你煩佢咯，因為你哋好煩啊！佢話，咁我哋喺度諗，咁點解你哋會同佢溝通到啊？跟住之後，嗰班義工有少少叫意興難散啦，因為一腔熱血，諗住去做呢啲嘢做唔到，咁咪問我哋啦，咁點樣同佢哋溝通咧？唔難啊！我話，咁跟住點咧？我哋就更新義工隊，就開始加入新人啦。加邊啲人咧？坐過監嘅弟兄，坐過監嘅姊妹。咁當然啦，阿頭冇作住個字噶嘛。一班人一齊出嚟，嗰班義工裏邊冇理由估到邊個坐過監啩，除非嗰啲一望個樣都知咯，唔嗌落嚟啦。好啦。咁一齊去探監嘅時候，佢哋睇到一樣嘢，佢哋好似一埋去就融合到嘅，一埋去就傾到偈嘅，一啲都唔難嘅。點解？計二啦，男嗰啲嚇計男嘅，一埋到去，佢都唔知同佢傾嘅，食飛煙先啦。點啊？你今晚嗰個人已經第一時間講，係拿住飛煙，係啱啱食完飯咯。佢會 feel 到一樣嘢就係埋嚟呢個人同佢係同 channel。是啊，啱傾嘅，一定啱傾嘅。好啦，有啲姊妹啊，即係女羅湖翻嚟嗰啲啦，咁啊，佢唔好話探女定係男嘅露宿者啦。羅湖啲姊妹又好，大欖啲姊妹又好，佢哋一埋佢就係講：喂，點啊你嗰晚？你買又啤，買多幾碗一齊啤啊嘛。嗱，呢班人，我哋一班曾經服刑嘅人嚇，佢哋冇特別嘅技巧，但佢哋只會諗到一樣嘢：我埋嚟同你溝通。就是用个心同你沟通，我冇特别技巧，我可能会得罪你。咁我哋见到咁嘅时候咧，嗰班人，喂大佬，自细阿妈教我讲嘢唔好咁俗噶。虽然我食烟啫，但系通常话，有冇食口烟嘅习惯啊？咁噶嘛？边会一埋嚟？喂，整冇噶嘛？但系我觉学唔到佢咁样啊。咁系咪我唔可以探？可唔可以你都要探露宿者问我哋？跟住我哋揾翻一班即係在囚翻出嚟嘅弟兄姊妹，去同佢哋一齊傾一次。個幾位露宿幾位在囚嘅人都係講住同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同佢哋傾偈只有一樣嘢啫嘛，就係諗翻佢哋其實嗰一刻最想係乜嘢。所以頭先 Betty 又講，小花又講。他们真的的，他们最缺的不会是物资的。我们试过呢，即是在大角咀樱桃街，不怕买条街，派下呢不够口罩。哇，个更新人士几快跑回落隧道。喂，粘牙包十个包有没有？他们打开自己的包头呢，拿二十几包出来。喂，这里有，我拿去顶住先啦。他们没有物资，有没有搞错啊？大家有没有人住旺角道啊？应该这里是不是大部分港岛区啊？旺角道、唐美道好似嗰度叫做，朝头早六点半落去行下，睇下见唔见到圣母圣衣嗰张纸黏住嘅口罩摆喺度卖啊！我行过嗰条街朝头早，喂，呢度乜乜会，嗰度乜乜会，阿姐卖几多钱包？5蚊啦，5蚊啦。OK， 呢个系事实，一个完全唔天堂嘅事实。佢哋攞咗你嘅物资，可能真系过剩。當然，他能夠賣到，他都有收入，他有他們可以得到的東西。但我們反而會想一件事，就是他們到底需要的是什麼。剛才小芳說了， Betty 說了，他需要的其實是你們關心而已。但是怎樣關心他？關心那麼危險，關心會被人恐嚇的。我們用錯方法，不懂得派東西，他們會爭執，會打架，會死人的。那你叫我怎麼去關心他？一个咁危险嘅善工唔好做啦，我都系翻嚟圣堂帮下手抹下嘢、读下经、派下嘢咪算啦。呢度点解要出去做啲危险嘅嘢？但我同大家讲，事实，2010年到而家有一个事实就系、是，其实露宿者并唔系佢哋自己真真正正选择成为露宿者。曾经有一班露宿者，佢哋自己。在某一個 NGO 裏面，他們說過，他們說我們不想成為露宿者，但是我們需要有愛。大部分都沒有，他們說大部分都得不到愛，
即係問我哋點樣去俾佢。如果你問我用語言話俾你聽，你點樣愛人咧？好似耶穌愛我哋咁啦，你點樣？咁我想問耶穌點愛你啫？你要用好多體會嘅喎。在咪大全部都係教友啊，全部都領咗洗嘅。咁我問耶穌愛你哋，應該係鐵一般啲事實㗎啦。冇人會話唔係啩？係唔好咁講啊！羅神喺度，應該個個都話耶穌愛我哋。但我問你，耶穌點愛你？深入啲答我，點樣愛你？你點樣體會到佢愛你？好具體話俾我聽啊！當我唔係教友嘅時候，你話俾我聽耶穌點愛咗你。同樣地，其實你哋點樣去愛呢位露宿者咧？冇一定嘅嘢講，冇劃一嘅嘢。我舉一個例子，究竟係乜嘢嚟？炮台是炮台山，因為大家都知啦。炮台山地鐵站出嚟嗰條天橋底，有幾位露宿者，大家應該見過派過噶啦。羅神應該阿昌嗰啲幾個，我哋都見慣啦。金毛獅王嗰啲啊，佢哋其中有一位咧，幾廿歲啊，我唔知道記唔記得黑仔，唔知道你哋撞唔撞黑仔叫做咁啊。佢復級者啦，啊有好多人都即係派到都唔係好想同佢哋傾偈啦，因為久唔久你又食翻件你咁冇癮噶嘛。我就是想你好啊嘛！你咁样，我点解要俾你咁多嘢你啫？点解要帮你？点解爱你啫？你成日挂住吸毒 ，OK， 非常之冇瘾做到。咁但系佢自己又真系控制唔到自己嗰刻，久唔久想食翻 ，OK。有一日有一班义工，有男有女啦，教友啦，有基督教，有天主教，有冇佛教唔记得咗啦。咁啊，跟住同埋我哋三四个更新人士咧，咁就一齐落嗰度。嗰日好似系圣诞节前啊。咁就諗住派飯同埋派禮物，一去到大家好開心啊，派蛋糕啊，傾下，跟住問下我喂金毛獅王，喂你點啊？話冇啊，呢排乜乜乜乜，跟住見到其中一個黑仔接近八十歲，全身都真係黑嘅佢嗰種黑咧唔係曬黑喎，係啲皮膚真係可能污糟啊嗰方面嘢啦。佢唔出聲踎咗喺度坐喺側邊，我哋見到平時唔係咁喎，通常過嚟哔哩吧啦嘅喎。跟住好自然就有一個義工女義工，好有愛咁埋問佢：黑仔你咩事啊？一嘢就懟只腳俾佢睇，我只腳好痛啊！點解痛咧？佢啲腳甲啊，倒山啊，咬翻入去啊，佢好痛，痛到冇曬心機，行唔到，腫曬。嗰個義工望到你懟只腳過嚟，都想走咁滯嗰下，驚噶嘛，大佬？點知咩事啊？咁。我哋有兩位更新人士係好自然啦，呢個在於自然嚇，唔係咁易做嘅喎。佢好自然一買望，哇！黑仔你做咩？你只腳咁嘅款嘅，跟住有一個已經揞緊荷包咧，就叫你一個義工喂，走去同我買支紅花油翻嚟。跟住另一個已經揞緊自己啲架撐，做咩咧？隨身唔知點解嚇，一定有指甲鉗嘅。佢一踎低攬住阿黑仔只腳，佢就整落去啦。一剪，黑仔话：哎呀，好痛啊！梗系痛啦，唔痛你就乜剪啫？一路剪一路剪，跟住其他几个义工咧望住之后呆晒，你咩人嚟噶？你咁都做得出嘅？好，剪完晒啦，咁黑仔话：哎，松晒，好舒服，好开心啊！嗰下，好啦，咁啊，三个更新人士，一个负责照，拿住个电筒咁样，拿电话啦咁样照住，另一个喺度剪，另一个咧一边望，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啊！呢度剪多少少，啊呢度就呢度爭啲啊！嗱，流血啦，流血咁樣。好啦，剪完曬行開，嗰位女義工埋嚟問佢，負責剪嗰位啊，喂，其實你驚唔驚啊？咁污糟邋遢，你一夜執落去，你唔好損下佢。跟住即可能佢期望就嗰個更新人士會講，呢單嘢有幅相上咗我哋 Facebook 噶。你可以上去睇 Facebook 啊，唔好驚咯，睇到只腳，因為嗰個義工影嘅，佢真係即係話，佢一定要 post 出嚟。咁咧就可能期待更新人士講：，嘿，驚咩啫？你哋好小事咁樣要做噶啦，呢個諗住而家係咁偉大啊，愛啊嘛。更新人士之後講咁多咩？有冇消毒藥水啊？喂，搓手液，跟住梗係驚啦，咁污糟。但係嗰一刻佢出於一個自然就係佢好痛，佢好痛，冇人可以幫到佢。然後佢第一時間就諗我可以幫到佢，佢咪走去整咯。整完之後，佢其實好驚。嗰一刻我哋喺度諗，
如果你真的去关心和爱那个人的时候，不是说忘我，但是你真的会想一样，你做到的你会去做。而我们想讲的正正就是这一点，你做到的你会去做，那条线可以是很安全，但是可以很危险。怎样拿捏这条线呢？只得一样东西，经验。在经验未足够的时候，只能够靠一样东西，团队。我们经常现在 training 我们那些出去探访人都会说一句的，记住出去探访你不要想着有爱就打单炮。四个人出去你不要想着见到那里有一个很惨的立刻跑过去，其实那三个还在搞着这些，你就跑过去关心那位，有没有错？没错，爱没错，但是行为有没有错？错了。可能你说我怎么我见到他惨，我不是帮他。记住我们出去做这个服务，我们经常都会跟义工说，你要认清一个事实，你是有限的，你不是天主，你不是神，你不是佛陀，你不是无限的，你是有限的，你做到的事是有限的。去到有限那一刻的时候，你接受这份有限亦是你出去服务必须要的。如果你问我怎样去界定这个有限呢？我相信是互相提到大家咯，所以就说团队重要咯。举个例子，如果你们四个人一组，我们很兴奋，就怎样死极都一定，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天主教女的信即服务员多过男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即我们只能够做到，譬如四个人一组呢，就是三个女一个男咯，一定是这样咯。但我们不会建议两个女的走埋去咯，我们一定会建议一定要有个男埋去咯，是基于安全，不是保护你自己那么简单，而是保护成天人。所以你问我如果做这个服务难不难，我跟你说到现在到今天，就算未来那年，我想都是很难，因为你们要面对着的是不同的人，要打开那个话盒子是很难的。因为为什么？对着服给的加油一套说话，对着清洁工又另一套说话，对着执纸皮的哥哥姐姐又要另一套说话，对着二十多岁的哥哥又另一套说话，根本你不是万能的。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他可以对着不同的人可以一下间就已经入到去。如果要做得好，走不甩一样东西，时间。没有时间你不可以期望你会得到什么东西。我们做事里面就会讲的，就是说目标导向行为。你的行为会怎样呢？刚才小芳问了一样好，就是说其实更重要是 你想要还是他想要的东西。目标导向行为就是我们自己想怎样，我们的目标定了是怎样，我的行为一定会这样。例如我的目标定了说我很想救到这个人脱离，不要再做露宿者，我的行为可以完全放到尽去为了这个目标而做。我跟大家说，危险，危险，非常危险。设这个目标没人控制到，没人帮到自己，自己设。但是我们永远很简单，我们设的目标就是我们去探，无论你是露宿者、派清洁的清洁工，或者是执纸皮婆婆、公公，我们的目标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来到这里，这一刻，这一个 moment， 你和我都感觉到平安，感觉到喜乐，感觉到可以建立信任，就达到我们的目标了。我没有想过要救到你去哪样，因为我没有能力，只有你救到我。我觉得去派东西，我们得着多，我们得着多过多过对方收到的，永远都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越来越好像这里这样，越来越多人去派东西，因为发觉得到的是比付出的多。简单一点，我说但是不是完全没有技巧呢？不是，无论对着更新人士，对着露宿者，对着什么人都好，有一个不变的定律，不变的是人家研究过的，不我忘记了那位专家什么。一番说话，你买打开人家的心有什么都好，一番说话真真正正对方听到的内容占多少%，知不知道？即是你砌到很漂亮的用词，点点点点点，你真的好啊，辛苦你了，今天哇，但一号风球你还要跟我们执纸皮，你砌到内容很漂亮都
佢收到嘅只係我記得好似係咪7% 嘅釋放，7% 內容嚇，佔咗佢收到嘅只係7%。你講到天花龍鳳都好，你鋪排到幾靚都好，佢能夠聽到、記到、feel 到嘅7%。好啦，語氣，語氣佔幾%知唔知啊？嚇嚇，最重嗰個語氣，即係未去到最重，因為語氣咧係佔咗我記得38%。即係換句話，如果同一個説話就係話辛苦你啦，買到三個字啫，辛苦你啦，同你買到辛苦你啦，或者你再有感情啲，或者你再真誠啲，表達呢三個字，呢、這個語氣係會完全去接收到唔同。OK， 咁剩落嚟講55%咩？知唔知啊？嚇嚇，係啦，55% 係你嘅身體語言。呢樣嘢係好多人出去做服務唔覺嘅。男人啊，尤其是男人粗豪啊嘛，不拘小節啊嘛。可能佢好簡單就擺低，你慢慢就，誒，父親節快樂。父親節快樂是快樂，但是快樂你這樣的嗎？其實個男人沒有事的，但我是不習慣跟人溝通的嘛，我是不習慣什麼的嘛，給你你就接咯，充滿愛的這份事，父親節快樂啦，我就走了去。好，調節調節調節個語調，父親節快樂啊，這樣做什麼？肢體的語言佔了55%是他收到的，這一刻他聽到的不是父親節快樂，他只是聽到的你語氣，你做什麼？第二，走這麼快做什麼？你給什麼我？究竟你要你給口罩我，我給回你這個大把。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就是很感恩的，因為 我一路做這麼久這個服務，看到一年有沒有好像年半，這個是不是已經開始了一年有多了？即是願意服務，願意用愛帶給有需要的人，那個人數大到多到呢，我們近日剛剛跟基督教有些人開會談，我們說的就是泛濫，物資泛濫，因為大家看到自己的 local 呢，不知為什麼在堂尾道看到這條街在賣，即是大家很開心，我賣廣告都不用錢，一見見到一天節目做更新，你會包夜在這裡，即大家說泛濫啊泛濫啊，但同樣地就是說為什麼泛濫啊？因為多了人去做，多了人去願意為另一個人做一些事，重點是怎樣拿捏做這些事，如果拿捏得好的話，其實能夠發揮那個力量大到呢，你們不會相信的。即很多說話，其實我想剛才小芳說了，即我們經常說正向嘛，經常一說不，你不要跟他說應該啦，應該代表什麼？應該代表沒得選嘛，應該代表沒有選擇嘛，不用應該用什麼？是你可以的，你應該呢跟家人溝通一下，他就會想我怎麼應該，你知道我老爸怎麼對我嗎？你知道我老婆當日怎麼說到出門口嗎？什麼應該啊？但如果說你可以的，你可以跟他的， 你是能夠的，你做到的，但是是不是會傷害？會的，有時沒有100%的一句說話會令到他不受傷害，這個你們有心理準備。更重要呢，其實是你們自己都要明白，你們內心其實有條線。我想問大家，如果你面對著的這個街友，一位街友，不要說是執紙皮或者什麼，一位街友，當你落到尖沙咀文化中心附近，你去派嘢，而這位街友在你面前，他完全表露是沒有什麼的，跟你一路談，幾好講，幾好談，但在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四個禮拜之後，大家熟落了，後來你發現原來他是一個曾經犯下過風化案，甚至乎傷害小孩子，甚至乎是殘害自己父母的人，他有沒有觸碰到你的底線？如果觸碰了你的底線，你應該怎樣面對？是不是因為之前我還跟你好好談的，好好的，我但一知道不是啊，你做過這些事的，你見都不見他，理都不理他，有沒有錯？沒有，每個人都有一條底線，這條底線是自己的，
但系头先我讲点解话团队嘅重要性就喺呢度。如果你一个人单刀走落去，有人触碰到呢条底线，你冇第二条路转。头先讲就一条死路，一系就左右为难，做定唔做啫？咁即系我咧一生人最憎人打老婆。原来你当日就系打老婆打到坐监，你叫我而家点派把口罩俾你？我几乎想执你食咗佢啊！咁你点做啊？你自己？但是如果你一队人就不同，当一条底线被 hit 到的时候，你同队的人正正就是帮你去化解这些危机，甚至乎帮你褪一褪个位置，你可以闪一闪先，然后慢慢再想个方法解决。大家要明白一样东西，去到这一刻我会跟大家讲，派这个家友又好，清洁工又好，甚至乎是公公婆婆都好，这个服务呢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服务呢我相信只有不断累积经验，然后透过团队精神或者团队的互相扶持，你们就可以做得更广更阔，还有你们预咗面对将来跟着那班人呢更加不同啊。现在越来越多露宿者呢，有些是我又不敢说是一定有个 first degree， 我不敢说，但是已经有些，我告诉你有些是的了，他是有个 degree 起身，然后拿着个夹走去露宿的。我都不知道可悲是什么，但是有这些人。当然大部分都不是。所以怎样去跟他们沟通呢，是一个慢慢累积经验，慢慢去互相扶持大家，然后共同做好这件事。因为香港是必须要这件事。OK，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邵芳啊？来啊，我哋 Q&A 嘅时间啦，有两个麦 ，Joseph 揸一个，答嘅揸一个啊。我想请教一下咧，点样样去应付啦吓？嗰啲讲个不停嘅露宿者咧。你想跟他傾，你開一句聲，他可以十分鐘不停地跟你講，那你怎樣才很有禮貌，或者好令到他一樣那麼舒服地讓他停止呢？這樣得未啊？得啦，你去探佢嘅时候，你想你听佢讲嘢，定想佢听你讲嘢啊？你认为如果你屋企有个？即如果我哋话翻屋企啊，男士翻屋企啊，放工翻屋企，今日嘅老婆一见到你咧，就哇不停咁讲，讲个仔今日点，讲个女今日点，你点样可以令佢停嘴咧？另歪面，咁就因为佢唔会同你离婚啊嘛，你另歪面都。其实佢就系好需要你同佢，你听佢讲嘢咯。这个就是他的需要，你的出现就搣到他的需要。但是如果你只是说 我判五分钟给你，五分钟你好停了，那就是你的需要。那你将你的需要套到他那里，你就觉得不斩鬼咯。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未 ready 你的时间这用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谈。如果我的看法就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是很实际很贴地地，很多人遇过。我刚才说的家友你一聊着他就大镬了，问为什么讲半晚的可以。我 在通州街公园呢，十点几跟他讲，他四点几都不放我走。即是到最后跟他讲整多张床铺来顶不顺一起睡。即是是很贴地的，但是这件事正正提出了一个很重点，其实做这个服务要有策略，要有技巧，更重要是要有一个自己定了的
即係個目標。頭先你講有二十個家友等緊我去同佢傾偈，我冇可能我麻煩唔到咁多時間俾你嘅。問題喺邊個度？問題咪喺嗰二十個家友度？唔係，喺自己度。我要探二十個家友，我邊有咁多時間啫？我唯一可以做嘅解決方法咩？我負責兩個家友，嗰十八個唔該，邊位邊位？邊位負責嗰十八個？我做兩個啫。我做完呢兩個，如果今日呢兩個拉住我唔傾完，我有半個鐘俾佢 ，OK 冇問題。突然間佢覺得今日心情唔好，啊傾完啦，走啊走啊走，傾咗五分鐘啊走，哎 OK， 快下次再傾啦，下次我揦住你唔停噶啦。去支援第二個咯，方法喺自己度。但係頭先我講咗，我哋一定係有限嘅人，我哋接受我哋嘅有限，我哋只可以做呢個服務。所以唯一樣嘢，我哋而家咧永遠唔建議一個人走去平平凡凡照顧六七個你所謂想照顧嘅人。因為佢講你搞掂你屋企個老婆先，一就你搞掂你屋企個老公先，你自己個都搞唔掂，你出咩嚟搞人哋啊？你死梗啦！我話，咁我話如果你用咗你人生一半時間搞掂你身邊個伴侶，咁你攞三分一出嚟搞呢個已經好犀利噶啦，唔好搞咁多個啦，養多幾個好難養噶。我話嗱，即係換句話，其實個方法策略喺自己手上邊，你先接受我做到咁多。我哋唔係攞光環，我哋唔係今個年度年尾嘅時候喺聖堂數邊個做咗一百個今個月，我哋唔係，我哋想講就係、是、其實喺呢年裏邊，你陪唔陪到一個人行一條新嘅路，令佢夠膽開口同你講，我其實好孤獨。多謝你嚟咗呢度，感謝有你呢一年。呢三句説話如果一日出現嘅話咧，可能你呢一個年裏呢一個年度只係做咗一個加油。但是你很成功，因为你将最大的那份爱给了他，你将他是人这个尊重重新浮回，大部分街友没有了这份被尊重的感觉了。所以尝试一下，特别是文化中心那班很难搞，我内心打脚他的次都是很难搞，即是又炸瞓，又炸死，又说没钱，转头我跟他说真的，真实的案例，大佬，我冇曬錢，呢排好慘啊！係啊，冇錢真係人生好難捱。我成日都講，一冇錢就想死，就是、我都係講到咁慘，同佢講：喂，一陣不如我嗰邊啤啤先，好，我嗰邊買啤酒啊！佢又買半打翻嚟喎，冇錢你同我講，係啊，就係咁。但係你唔會督爆佢噶嘛，咪啤兩啤啤完之後，喂，唔掂啊！今晚我仲要落深水埗啊！你又落嗰邊，唔好落嗰邊啦，同我哋傾耐啲先。喂，等唔掂啊，頭邊咗再使死咁就係嗰個話，佢話由佢死啦。我話唔好啦，佢死咗要執骨啊，好鬼麻煩啦。嗱，記住，佢哋一班唔係真係讀咁多書，或者讀得書多都好，已經喺江湖歷練咗好耐嘅人，唔同你哋如鴿子般純潔。佢哋有足夠嘅能力去應付你同佢哋講一啲較為通俗，甚至乎一啲比較大嘅笑話，佢哋應付到嘅，係你哋應付唔到啫。其實佢哋絕對應付綽綽有餘嘅。你不要想着怕得罪了他那一刻，其实有某一些你会拿捏到的笑话你可以用的，将来即简单一个就是说，哇，你不是啊，你这样不行，你这样金毛狮王呢很容易跟着女都被他勾埋啊。其实他们来说一个很简单的笑话，就是轻松了他的心态，轻松了什么，令他们知道一件事，我其实跟其他人一样的，我都可以讲笑的。我们探访炮台山其中有一班呢，是由一年半兩年前開始探到現在，我們只是由頭到尾得六個義工去探他們八個人，探到近月呢是他們主動走過來，我不知道在哪裡拔回那條十字架呢，念珠，其實這條念珠是20年前修女送給我的。我說你是天主教徒來的嗎？是啊，其實我是的，我站過來我真的跟你們祈禱的，我探了年多了，我只出去天主教友，他一路都不show pass的，突然间就掹条不知道哪里炒出念珠，我说有些历史，就是这样。其实你要跟他不是成为一个朋友，但起码能够真的交到心，他就会跟你讲嘢，令自己舒服一点，令他舒服一点，不要探访，不要成为一份压力，
唔好突然间礼拜二就谂住，哎呀死啦！礼拜四啦，礼拜四到啦，包嘢啦，礼拜五又要吹啦。今次文化中心点咧？嗰、那个人会唔会又话我？点解你俾佢唔俾我啊？我哋试过，我咪同佢讲，梗系咁啦，我俾得佢唔俾你，我俾你唔俾佢，即系罩型噶啦。我话唔好咁细路仔啦，唔好咁叻啦，下次先啦，下次整只鸡啊，埋嗰边我呃张俾你啊。其实佢知道你呃佢噶，佢知道你唔系噶，但系佢好开心。嗱嗱，你话噶，你话下次呃俾我噶，系下次先，下次先啦。呢啲就系一种较通俗、较低下啲嘅沟通方法，唔容易拿捏。但系如果为一啲已经经历过某啲经历嘅人咧，佢简直就觉得呢啲就系日常语言嚟嘅，人哋叫语言艺术就系呢啲啊。但系唔觉得自己讲大话，佢真系觉得沟通啊嘛，沟通就系咁啦。OK， 嗱，而家我报时啊，仲有我个表仲有七分钟到十点。唔紧要，唔紧要，因为我平常十二点咧，我仲喺度嘅。不过佢哋夜晚黑咧，翻屋企都会夜。有几多个想问嘅？一次过举手，一次过举手，举定离手。嗱，大细啊，有冇问题？好，一，冇字，听我讲，听我讲，我做主席。二。边个仲有二二二二冇三三三三冇啦嘛？好就咁、是、多。喂，阿文达似唔似啊？系嗱，靓仔讲完就算啦。嗱，靓仔有得讲讲，冇得讲走。好，坐低听。OK， Happy 好唔该。好 ，Happy Problem 啊！我突然之间喺街见到多个清洁工，但我手头上唔够口罩。即係我係有，唔係一個，可能兩三個，但係我實際上見到四五個清潔工，可以點算？除咗唔派啊？你意思係你手頭有，譬如舉個例子，我有十個口罩起身，但我突然間見到有廿個清潔工，係啦，我都唔知點俾佢，因為我每人俾一個都唔夠派，你又唔能夠五餅二魚，係咪咩意思啊？喂，你落埋個關卡咁犀利嘅？係咪真係需要？係咪真係需要嘅咧？你估啲清潔工我其實一年幾2020年嘅年頭嗰時啱啱開始係好困難嘅揾口罩。咁我哋係揾到人咧，特登揾人飛去印尼當日來回嘅，即係當然搭嗰啲菲蓉姐姐搭路啦。我哋有朋友即刻飛過去當日。咁啊，梗係買咗好多好多箱翻嚟。嗰時派咧就真係係冇嘅，我知道係冇嘅。我哋真係嗰啲清潔工我哋都係派俾，因為佢哋最困難啊嘛。但係到今時今日，你仲信唔信啲清潔工冇口罩？唔信。係。啊，呢兩個月係咪啊？哦，可能係真係個量，即係要換得多啲係咪啊？我覺得所有我哋做服務嘅就係量力而為啦，都係回應翻剛才一位朋友所講量力而為。當你身上有百個一蚊，你要俾十個出去嘅話，咁你真係俾唔到十個噶，係咪啊？咁你咪就覺得即係俾住我嚟講嚇，我見到嗰個就派嗰個啦，派到冇咪冇咯。咁啱啦，量力而為好重要啊，同埋一樣嘢咯，你我哋頭先有人買去咗油麻地路宿者之家係嘛？走咗未啊？嗰位未走咗啦。油麻地路宿者之家其實好聽個名，唔好聽就係垃圾房上邊啊嘛，就係、是、垃圾房上邊。我一路拗同嗰個區議員拗咗好耐，你嚟瞓下路宿者之家，喺垃圾房上邊，你個路宿者之家仲有冇水沖涼嘅？係而家好啲，鬧得多有，鬧得多隔離有廁所，都記得係啦，即係嗱嗰度。嘅環境衞生好差嘅，我哋呢度其實嚇，我哋喺油麻地區派嘢嘅時候咧，係經常都會遇到頭先種情況，就係我派到咁上下，其實已經冇乜啦。跟住接見到唔知點解，好似一班好似好勁嘅人湧出嚟，即係冇口罩嘅，覺得佢哋咁，我哋都唔夠派，咁點做咧？我哋一般嘅做法就係第一，我哋真係會去睇一睇，因為緩急咯。譬如有啲你見到口罩真係已經頭先位先生講。佢濕曬啦，夏天佢唞唔到，佢有窒息嗰種咧，梗係俾一個去頂住先啦。
咁如果有啲就係好多有啲菌變有啲污糟，但係都仲感覺到佢都未窒息嘅，咁冇辦法啦，救生不救死嘅啲環境，咁我都係要俾咗嗰個仲未瓜嗰個先啦。然之後唯一一樣嘢可以做嘅，又係講團隊嘅重要，你即刻抹低呢度有幾多個人冇？我哋今次派呢度其實爭咗幾多，跟住翻嚟就打乜 call 羅神，喂羅神唔掂啊，等到禮拜五死曬嘅應該，喂你有冇隊特別 team 可以聽日攞落去？嗱，嗰度唔多，450個應該夠。你淨係去嗰個點好啦，你唔好行過兩條街啦，死梗噶。企嗰兩條街，禮拜五先做啦，唯有咁樣。禮拜五派係一個 regular 嘅，但係你見到又嚟有人死咧，你可以安排喺另一個時間為派，但係未必係你自己。記住，唔係你要去 serve 曬全部嘅人，而係有人可以共同去為別人付出。呢、這個字係真正嘅大愛。不是我要去爱晒全部的人，而是希望全部的人去爱晒某一班人，让那班人都懂得去爱别人。所以如果你这样的情况遇到，我通常就集低去几多几多几多，跟住第二日即做，那你都同样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不知道答不答到你。我们做辅导的人呢，很多时候都即是初初入行的人呢，总会我好彩我没有碰过一个手上的人死了，但是有人呢真係入職冇幾耐，又碰著佢嘅卡人就真係 Sulisa 死鬼咗咧，就好多時候都好難過。咁我就會同佢哋講，我哋唔需要為任何一個人嘅死亡而負責任嘅，因為佢嘅選擇。但係當我哋好似真係要派啲急咁救援物質嘅話咧，你第一你就要自己有我成日都相信你要做好好嘅準備咯。如果真係而家天氣係咁熱，可能一日要換兩三個口罩嘅話，喺條街上邊，咁你真係自己要數夠數量咯。如果你冇足夠嘅數量，我就寧願唔敢落去啦。啊，或者揾人稀疏啲嗰段時間落去見一個就派一個，你就唔好見到即係30個人喺度嘅時候，你得13個，我就寧願嗰13個都唔拎出嚟，大家都冇。如果唔係有13個有，然後17個冇，你就弊家伙。咁如果你有團隊嘅話，你就好啦，你就可以話我抹低先呢啲人。我係記住呢扎人，咁然後揾人支援咯。如果我自己嘅做法，嗰17個我就會自己銀行包去隔離藥房買咗佢，派咗佢就算啦。因為你出嚟做嘢嘅話咧，呢啲就唔好計較啦。咁你唔好話真係等住啊，非要等到翻下工，哇又油麻地翻嚟呢度攞，然後再去交通時間同埋都蝕曬啦，由頭到尾都蝕咯。咁你自己緩急之計就。嗱嗱，臨就買咗佢，就派咗佢咪搞。羅神，你俾3分鐘我得唔得啊？呢位姊妹咧，令我諗起一樣嘢，同大家講分做多個少少嘅講法，唔知道大家有冇幫助？在座有冇人聽過受害者三角呢個 term 啊？呢個理論啊，受害者三角。嗱，好快同大家講呢一個理論，阿小芳定知啦。受害者三角其實由頭到尾講一樣嘢啫，就話每一個人在世，如果你要去做另一樣嘢，牽涉到另一個人嘅話，我唔理嗰件係乜嘢事。你都會好容易跌咗落呢三角裏面。呢三角係邊三角呢？第一個角色被害者，第二個角色拯救者，第三個角色係乜嘢？加害者。我哋好不自覺會跌咗落嚟。當你為另一個人做啲嘢，嗱，如果下你自己係希望做一個拯救者嘅角色，點解？你冇口罩，你好辛苦，你已經流曬汗，喺呢一刻我要嚟拯救你。你 OK， 你去做，但是对方在这一刻成为了你眼中的一个受害者，因为他开工没有口罩，人家给不到口罩去，他这么辛苦赚了10-20元、25元、30元一个钟，还要连个口罩都没有，这个人真的可怜，你眼中的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受害者，而你很成功做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是不是？但有没有想过，其实有可能你成为一个加害者，加害者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如果你给了一个口罩一个清洁工，清洁工回到他自己的地方，他原本会派口罩给他的那team人的可能是会不派给他，知不知道？你一个拯救者而形成了成为一个加害者，你想不想？没有人愿意这样，但我刚才说了，我明明是想这样，但变成这样，到最后怎么样？我回去睡不着了，你又做了另一个受害者，我明明救人救不到，又变成害人，害完人我自己又良心责备自己，我又很辛苦。你在这三个角色里面走来走去，
这个就是你的人生终结了。惨不惨啊？想不想这样啊？不想这样有一个方法，你不要做拯救者，不要做加害者，不要做被害者，你做你的角色跳出来，你做一个创造者。创造者是你唯一可以跳出这个三角里面的唯一出路。创造者做什么？就是去做一些你本身不在这个原本能力里面，但是你想到出来的方法。刚才那个不是由你亲自去派一个口罩给他，不是由你由那一刻去解决他最急需的问题，而是话了给有需要有能力的人去同样地做这件事。其实这个是你创造出来的另一个机会给了那个人去帮到另一班人。记住，无论是加害、受害，抑或是你自己本身成为一个拯救者，都不是最完美。夫妻关系是这样，朋友关系是这样，连做慈善事业都是这样。唯独你做一个创造者，你就可以永远将样嘢做下去，因为你永远都不会陷窝在这个三角里面，你只会笑着这样开开心心做你想做的事。 OK， 唔该晒罗神，多谢两位，多谢文达同阿小光。嗱，各位一分钟，我哋未完噶，今晚完啦。我哋都希望咧，大家多啲经验之后，或者我哋仲可以请一啲专家。虽然小芳，你几时翻嚟啊？我唔翻嚟噶啦。OK， 咁嘅时候咧，阿文达喺度嘛，啊，咁我哋都可以咧继续发展。我读 CPE 的时候，有一样嘢好紧要，就是唔讲嘢。当我唔讲嘢嘅时候咧，我嘅气场就会出嚟噶。我唔讲嘢，我气场出嚟，唔知道有冇人同我谈过？叫咩名啊？观塘码头阿大佬就企喺度嘅啫，佢高我两个头，大我三倍嘅声高话。他已经自己讲嘢我听，但我用他的说话讲他听，即系唔好要求你自己做到乜嘢，唔讲嘢。我而家唔讲噶啦，所以而家天主讲噶啦。我哋祈祷，求天主帮我哋啦。我哋唔系拯救者，只系天主。所以好多谢两位，多谢两位。好深信天主在你两位身上帮助我们的了，所以我们都好深信每个人今晚的得着都不同。我们一吹鸡，那你怎么样？没有声音的。如果我一吹鸡，那你怎么样？他们睡着了，我又不要求他答案，我们起立。真是感恩，感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都感恩香港真的很多有爱心人、机构、事。求天主给我们的心有地方，有地方给自己，有地方给人，最重要我们的心有地方给天主。求天主降福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天主知道我们要什么。求天主降福露宿者，任何一位我们的朋友，天主最知道他们要什么，就让我们将自己、将每一个人、将我们记挂的每一位交在天主的手，让大家今晚有平安。六一二啊，今日我们的天父，
天主圣母，大圣若瑟，愿主你哋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哋，祝大家平安。多谢两位讲者，多谢天主。你见到有冇 Q 阿 Q？ 而家你 Q 佢啦，就可以阿 Q 噶啦。你明白吗？今晚阿 Betty 同埋阿小芳嘅 PowerPoint 唔单止有 power， 仲有 point。OK， 好。